我们现在开始开会哈，请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13人，已足法定人数。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议事录。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经济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0月24日星期一上午9:03至12:11，下午20至30:50。105年10月26日星期三上午9:03至下午3:35，地点红楼101会议室，出席委员黄伟哲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江启臣委员等40人，列席人员105年10月24日星期一，公平交易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秀明及相关人员，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信敏，基金预算处科长王立倩，105年10月26日星期三，经济部部长李世光及相关人员，主席管召集委员毕林。105年10月24日星期一，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公平交易委员会单位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非营业部分关于公平交易委员会主管反托拉斯基金。公平交易委员会吴主任委员秀明报告后，委员黄伟哲等14人提出质询，均由公平交易委员会吴主任委员秀明及相关人员即席答复。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邱毅莹及廖国栋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决议一：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关于公平交易委员会单位预算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7项公平交易委员会原列1亿1895万4千元，增列第一目罚金罚还及代金30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亿4895万4千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8项公平交易委员会20万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8项公平交易委员会18万元，照列。二税出部分第二款行政院主管第13项公平交易委员会3亿2105万4千元，照列。本项通过决议21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三、有关正式别税处预算随同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非营业部分关于公平交易委员会主管反托拉斯基金。一、特别收入基金反托拉斯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一、基金来源原列4669万4千元，增列征收及依法分配收入1286万元，改列为5955万4千元。二、基金用途原列2251万元，减列服务费用、专业服务费向下委托研究计划32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219万元。本期剩余原列2418万4千元，增列1318万元，改列为3736万4千元。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通过决议4项，内容敬请委员参阅。本项另通过临时提案3案，内容亦请委员参阅。主席宣告，本次会议通过之决议，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105年10月26日星期三，报告事项，邀请经济部部长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经济部李部长世光报告后，委员邱毅莹等23人提出质询，均由经济部李部长世光及相关人员即席答复。决定一。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二、委员徐真卫、苏正清及江启臣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三、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通过临时提案26案，内容敬请委员参阅。议事录宣读完毕。我们现在有廖国栋委员、孔文吉委员以及张立善委员，针对这个议事录，上个礼拜的议事录部分，因为上个周是3天一次会，10月24、10月26、10月273天一次会，所以应该会议结束要有主席一个散会的宣告。但是因为我们10月27号那一天，因为我们本委员会因故没有开会，所以我觉得为了符合事实，我各位委员提出要求。
议事录时间上应加注105年10月27号括弧四，议程因故取消。请问，各位对于加这个提案有没有意见？有异议吗？没有，你就提就说明，那我就把你加进去了。要加，你要不要加吗？对啊，所以我要加，我要帮你加。就因你们的要求啊，现在时间上面加入105年10月27号括弧四，议程因故取消。啊，就依照你们的啊。好。谢谢主席，让我讲一点话哈。我想我们委员会啊，基于互相尊重，基于一个事实的一个登载，我们针对上个礼拜四的委员会这样的一个会议记录啊，认为不妥，没有依据事实来做完整的叙述。我们最近在为了这个一例一休在卫环委员会就争吵不休，甚至不可开交，闹到有人受伤，这个事情应该让我们要深深引以为这个警惕。所以今天我们对今天的议事录表达应该要再根据当天为什么，甚至我们应该要求为什么要停开，也要讲个清楚，而不是因故。这个因故，这个故的这个说法太笼统啊。如果可以说明当天为什么会不开，这样大家就认为这个整个议事录是完整的哈。我做以上的表达。我思故我在啊，因故就是因故了。所以啊，我要主席要处理了。其实我跟你讲，依照议事规则，你们提出提案，那我主席就敬为裁决。如果主席裁决不符合你们提案要求，你们可以再提议，然后说明，我愿意接受。但是我现在已经要裁决，把这个时间纳入了，好不好？我们让会议进行。好，你讲，我处理完，你再提程序发言啦。如果你不满意了，已经让你总招已经让你讲了，好不好？我们把那个时间加注105年10月27号括弧四，议程因故取消。请问各位在场委员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议事录确认哈。那请问各位委员还有没有程序会议询问要提出？请孔文吉委员。谢谢主席刚才把那个加注的文字哈，把那个时间，为什么我们上礼拜四都没有在宣布散会的状况之下，在前一个晚上，礼拜三晚上突然接到我们当时另外一位招委的一个取消开会的通知礼拜四那天本来是要审经济部的预算的这个询答了应该是这样所以我是这样哈，因为这个一方面是我们提这个案也是不得已的，我们是希望说议程已经排定了我们希望招委不要因故，那这个故是什么大家可能都会猜测是不是为了卫环的一例一休或什么的，把我们的经济委员会腾出来让大家夜宿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妥的一个做法了我们希望招委能够照他自己排定的议程来排案不要是因为另外一个议案什么一例一休这样吵的，连经济委员会当天都不能审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开了比较不好的示范这个我是希望我们还是照我们排定的议程来进行那第二个主席可不可以针对礼拜三那个矿业法的那个部分，我有案矿业法跟森林法跟我们原住民地区的那个部分，我好像主席是只有排条文的审查这个行政院版本的是不是礼拜三审查著作权法、商标法跟矿业法、森林法的时候能够重视我们原住民地区原住民立委的提案，像本席在经济委员会也有提案那刚好审查到矿业法、森林法的时候就没有我的版本是不是建请礼拜三的时候主席能够帮我排一下这个空委员，您我再跟您讨论，因为郑天才委员也有打电话给我，所以我会跟他讨论因为我们这个是配合刑法的修正，是修正一个字，因为刑法已经把它改那个名词，我们修正名词。至于您的实质的那个内容，我们愿意再讨论，看怎么样
来处理，好不好？不，因为矿业法跟森林法哈，这是跟原住民地区的很有关系啦。哦，那既然难得审这个矿业法，所以我刚才也是郑天才委员，也是希望我能够跟主席做一个表达。是，刚刚我刚在门口碰了。啊、好，啊，好，谢谢邝委员。那至于接下来议程，周三、周四的议程，我们再来讨论。好，那接下来请宣读，请宣读讨论事项。宣读讨论事项：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税入预算关于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剩余缴库部分及国家发展委员会及所属单位预算部分询答。讨论事项宣读完毕。好，接下来请陈主任委员添之报告预算，时间5分钟。主席委员、各位委员，大家早安。今天非常高兴来跟各位委员报告有关于这个 国家发展委员会及所属机关106年度的施政计划及收支预算报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书面的内容是比较多的，我就仅就105年度的预算执行的部分，跟106年度的预算的规划部分来报告。中间有一段是有关于这个本会今年的施政的一些主要的重点，这个我就略过。那请各委员酌参，好不好？那首先在105年的预算执行的部分，税入的部分，我们法定预算是573,000元。到9月底止累计实收是566,000元。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有点超收，那么主要是因为有些厂商这个逾期罚款的收入，以及松江大楼管理费的收入等等。有关档案局的部分，法定预算原来是359,000元，到9月底止累计实收是403,000元，那么也增加了一些，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国家档案的这个民众的使用的时候的复制收入，以及电子档案技术服务的收入所增加了。有关税出的部分，法定预算是277,231,000元。到9月底止的话，累计执行是214,729,500元，那么执行有点落后。不过我想到年底的话，应该是可以执行，大体上接近完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档案局的部分是法定预算是333,615,000元，截至9月底止累计的执行数是2,800,064,000元，执行率也有95%，所以大概应该是可以完。按照原来的规划把这个预算执行完毕。好，以下是有关本会的今年的施政的一些重点，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略过，我们来讲看一下今年度的预算，在第11页的部分。那么106年度预算的安排，在税入的部分预算本会编列了48,000元，其中档案局就编列了410,000元，那合计加起来是888,000元。这里面包括民众应用国家档案复制、停车场的租金、出租书籍、刊物等收入，比105年度93万稍微少了一些，主要是因为松江大楼本来编列的租金今年没有再编列，松江大楼现在已经收归公务的使用，所以不再有这个租金的收入。有关税出的部分，106年度的税出预算编列了275,940,000元。档案局编列的是3,202,900,000元，合计是316,142,900,000元，比105年度减少了4,449,600,000元。那么主要是因为减列了有关文书档案的资讯网络合一计划的经费。那有关细项的部分，请各位委员看12页以后。那本会的部分，一般行政编列的6,9535,300,000元。这主要是人事费跟一般的行政费用。那有关规划国家规划及推动国家发展计划的综合业务，编列2,167,300,000元，这是属于国家中长程计划规划的部分。第三部分有关于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及相关的财经措施，编列1,916,900,000元，这是有关于景气经济分析、财经策略相关的规划。第四项是有关于社会发展跟计划相关的审议，编列的是1,956,900,000元，这是属于社会政策的部分。第五部分是有关于产业发展，编列了8,173,300,000元。
那么这主要办理是产业创新加值、产业结构的优化啊，人力资源的发展跟老年经济安全制度编列了19586000元啊，国土的部分编译13368000元啊，考核管制的部分编列了10789000元啊。那么接下来有关于资讯管理的部分编列2亿1011万1000元啊，这是有关于国家政府的这个资讯相关资料的运用跟加值。第十项有关于自动讯用，另外编列了哦，上面对不起，上面第九项是有关于资讯管理，第十项是有关于资�讯应用跟建设的啊，那编列了3亿2870万元。那有关于法规松绑跟革新法制的部分，编列的是6620万9000元啊。华东地区的永续发展基金今年编列12亿1220万元。其他有一个小小的营建工程编列了180万元。那第一月金编列了90万元。档案局的部分税出编列3亿202万9000元。那以上简短报告，请各位委员来审查跟指教，谢谢。谢谢陈主委。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询答。我们询答开始前，原理做几项宣告。第一项，每位委员发言，本会每位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的延长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4分钟，必要时的延长2分钟。第二点，上午10点截止发言登记。第三，如有临时提案，上午11点左右进行处理。接下来请第一位廖国栋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各位委员。我们请主委。请主委。廖委员早安。主委早哈。我想国发会主管全国的所有的政策的规划，过去经建会的时候号称是小内阁，所以你的权责非常非常的大而重要。那么我记得你过去也曾经担任过主委，对不对？是经建会的时代。当时担任多久？一年多吧。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所以我现在要问的是，有很多的政策是延续性的，不管哪个政党要主政，都是延续的。所以我现在要提三个事情要跟你讨教一下。第一个，昨天在苏花改的这个开工还是通车的路段，你有没有去参加？昨天我们应该是我没有去，还是前天，不过我们的同仁有去参加。你没有去？所以我没有参加，是。OK， 好，第一。第二呢，你最近有没有到台东南回公路去走一走？我个人没有，是。那不过我们国土处的同仁都一定会，这些都会关注，经常都有跟你报告那边的状况。有。好是，那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讨教，现在花东自成一国啊，现在，你苏花高速公路不让我们开，当然改了个苏花 T 也还好，但是它的安全性我们不知道。如果从南部来看，目前的这个南回公路啊，真的是柔肠寸断，尤其这是连续遭逢四个台风之后，好多地方不该崩落的都崩落啊，然后不该断的都断了。这让我们东部人真的是跟西部好像有非常远的距离耶，非常远的距离。那我等一下我跟你讨教一下关于南横国道多年前的南横国道的事情。但是我们先来看南回公路，在这几年马英九政府呢，马英九总统亲自拍板，把整个南回公路的改善挹注了将近200亿的经费。那么现在陆陆续续快要完成，但是我最近回乡2、3次，因为要看灾啊，发现我们现在的这个南回公路呢，做了很多的这个桥，诸位你看得到吗？你那边看得到？有，在荧幕上有。你那边有影像吗？是有。Okay， 谢谢。这个都是目前施工中的一个状况，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有一些路段几乎是沿着海岸
海岸的这个路线在与海争地，与海争地。当时我去看的时候，我自己都惊呼：我们能够跟大自然的力量对抗多久？我问过公路局，他们说当时有评估，但是语焉不详，没有给我一个正确的答复。那么你今天作为一个全国国土规划，虽然说你不要给我说是内政部的事，是你的事哦。你作为一个国土规划师，你对东部这个南回公路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不可能跟海去争了。那么现在有一些路段是直接跟已经建在沙滩上面了，你如何跟海争地？如何与海争地？争不过的。所以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我想那个委员关注的有关于这个东部地区的发展，我想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交通上要跟台湾其他地区能够做非常方便的串接是必然的嘛。至于工程技术上，因为我自己比较外行，可能还是得尊重看看工程部门的一些规划。那本来的路段就是沿着海岸线在走嘛，对，恐怕这个也不太可能做非常巨大的改变。那是不是在工程技术上如果能够克服刚刚委员讲的因为这个天然环境的改变造成了一些侵蚀，我们再来跟相关单位研究吧，好吧？这个是非常严重严肃的事情啊，诸位。是，但是因为天然环境就是从古代开始就沿着海，事实上看起来是比较容易做建设的嘛。是，如果再往内陆走的话，都是大山呐。啊。所以要盖一条这个好的道路，恐怕这个成本跟各方面的维持都会非常困难嘛。但是我们过去在谈南横国道高速公路的时候，也是扰攘多年，二三十年哦。当然最后因为一个大武山自然保护区，就整个中断。当今天我们要讨论整个区域发展，哦，东部跟西部之间的联系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越过那个所谓的环保的这个工程跟议题啊，来重新思考南横国道，让东部的人有一个快速又安全的一条新的路？对啊，这个我想现在到目前为止都是在理念上都是先拓宽嘛，从把这个车道先拓宽，就是刚刚委员关切的，所以希望能够基本上能够做三线到四线道，这样能够把这个路能够拓宽，能来往比较方便嘛，我想这是目前的思维。那至于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想这个计划现在好像规划是到109年度嘛，那我想也还没执行完毕，到目前为止就是说累计执行大概有84%。我想后续的部分我们会来再看看目前的状况，再来做检讨，好不好？所以现在就要开始规划，不能等到109年。是，你现在的计划是106到109嘛，那110，我认为你们还会执政啊，所以你们应该做更长的一个一个时长的一个规划嘛。是，不能说啊，到时候再说。了解，院长其实有指示说，整个台湾的整体的基础工程应该做长远的规划。那我们现在也有在着手做这个事情。旧有的南横国道高速公路的计划都有，你们就要重新拿回来，重新再审视，或者是该加强的加强，该删的删，那个计划就会出来了。是。好不好？以前做的东西，我们当然还是会来回顾一下。好不好？那时候你是主委呢？是，我了解，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会责无旁贷。是 ，OK， 这个就是南横国道。为什么我要让他把这个议题重新抛出来？是东部真的需要一个安全，然后又快速，跟西部完全连接的一个新的道路，好不好？是，好。另外呢，东部啊，刚刚讲了，这个花东第一个道路必须要完整啊，要方便。那接下来我要跟你谈的是，现在东部有另外一个新的产业，叫做蓝金，不是公路，而是蓝金深层海水的产业。我最近有机会啊，到 Okinawa 去看了他们那个九米岛的这个相关研究，甚至他们继承的发电的设备，他们都可以做得非常好。那我们台湾在这个部分呢，好像一直停顿，连台东的深层海水啊。你设了模组厂，这个总源智库农委会的总源智库，结果现在水都没有，这个问题你们一再拖延啊，经济部一再的拖延，四年没有水耶，诸位，你说那个产业怎么可能会长大？是跟委员报告，这个我同仁给我资料说，确实执行原来执行之后，东西好像碰到一些困难了那目前他们已经规划重新。
重新开始来找一个比较适合的点。那可能是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技术问题了啊。那有可能那个碳，就是说去这个攫取这个深层海水的位置啊，或者因为这几年来这个地壳的变动，有些地质学家也跟我讲，可能有这个问题。本来看好的地方，结果碳钻下去可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所以他们正在做调整，我们也有跟他们在协调。所以已经研究了两年，点我也知道，路线我也知道。就是不做嘛，是不是？你在国发会一直阻止这个计划？没有没有，这个不可能、哦、所以你要支持这个计划，支持经济部来发展这个深层海水产业嘛。我们只会协助他们，绝对不会去阻止他们做这个计划。因为台东这个、对这个深层海水产业是期盼已久，是也认为它是一个第一个，它是环保的啊，又是绿能的，然后又可以带动整个台东的唯一的啊一个无烟囱的一个产业。这个政府好像。在这个部分呢，有点裹足不前，我不晓得是怕承担责任还是什么。跟委员报告，我现在看到他们资料是说，他们因为先前碰到一些障碍，所以从104年的三月开始，他们在做这个调查研究，到今年底应该这个结束，他们就会启动提出一个新的计划，我们再来追踪了，好不好？不过这个计划没有停止了，就可能就是因为碰到困难，所以没办法照原来的计划持续下去的原因了。我多次去看这个产业的初期的一些成果，包括我们农委会的这个种源智库，他们所养育的用深层海水去孕育的一些深海的一些鱼种，甚至浅海的鱼种都非常棒，我们都寄予很大的一个期望，结果没有水就整个瓦解了，连本来已经有投资的一些产业啊，一看这个状况，纷纷的就弃甲而归。回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看日本呢做得非常的完整，你有没有去看过他们的？我没有看过，不过这个委员刚刚展示这个照片看起来是 很棒啊，很多的产业可以因为深层海水的这个研发之后来造就，尤其是这个化妆美容这个健康相关的产业啊，是非常有机会让台东至少拥有自己的一种产业，是而不是事事都要看西部的这个脸色啊，吃人家剩下的骨头，那别塞了。台东要有自己的，是了解了解。我们再来督促经济部好不好？我们来跟他合作。这个计划看起来是要持续了，我想委员应该不用担心，好吧？啊对啊，哦，每次讲的时候好像没有结果的感觉了，所以我今天只好直接质问你，因为你是最高的这个规划师。我们会来追踪了。这委员讲的，其实我都有记在心里，不会有问题的。就说现在我们还是等他提新计划，好不好？那出来以后再来跟委员报告，好吧？我希望我们这次玩真的，不要再玩那个拖拖拉拉的。是，哎，这个对东部而言呢，非常非常的不公平。是，了解。从交通你们就要做不做这样哈？对东部人而言呢、他们很想独立耶。对啊，不会了，不会，委员不会了，没有，不会有。有有，我们有实质的这个，我们有土地，有人民，有主权，我们就可以独立了。所以了解了，我们就要努力来做了。如果你不要我们，我们就是孤儿嘛，我们干脆离开嘛。不会了，包括有高山大脉在那边挡着，你们也打不过来啊，你们我们也有军力啊，好不好？好啊，要认真面对东部的这种苦衷啊，要同理心去想。东部怎么样去发展？尤其这一次台东这个经过四个风灾以后，县政府告诉我有27亿的经费，嗷嗷待哺啊，等你们去关爱的眼神。是，跟我们报告那个延迟审查应该已经快接近完成了。也在你那边嘛？对，也在你们国发会的审查已经快完成了。所以我说你在拖延了，不要拖延，快点让他去重建。是，那下次台风又来了，我们又还来不及重建，然后台风又来了，怎么办？对。是，我们会用很快的速度来做这个事情。我今天都有提案，希望你们能够正式的书面给我。好，好，谢谢委员。谢谢廖委员，谢谢主委。现在请邱莹委员。啊，谢谢主席，我试一下，请下陈主委。请陈主委。邱委员早安。哎，主委早。主委，我想今天这个国发会来就明年度的预算来做报告哈，想更进一步请教您我看到国发会在
上个礼拜发了一个新闻稿，想提到这个内容，提到说11月的时候要成立国家级的投资公司啊，是不是能够请主委能够在细部的说明，到底是11月的什么时候成立？很快的，明天就是11月份了哈。那这个国家级的公司听起来规模很大，那到底他要做什么？他未来跟国发基金有什么不一样？他最大的功效在哪里？是不是能够让主委，我给你一些时间，让您仔细说明一下好吗？好，谢谢委员，这个非常重要啊。就国发基金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基金嘛哈，这个就是在基本上都在投资一些新成立的公司、新创的一些企业哈。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一个所谓被动的投资人了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自己不会去找案子、设计案子来投资，我们都是别人有了投资的案子来请求我们投资，我们就被动的审查后，如果觉得不错，就被动配合啊。那这个国家级的投资公司，就是要希望我们这个基金将来能够变成一个主动的投资者啊，他自己可以去找案子。自己可以去设计案子，自己可以去促成投资啊，这是我想蔡总统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要把一个被动的投资人变成一个主动的投资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能力，能够去评估案件、寻找案件，然后整合案件。那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投资公司要做的事。那这个人力从哪里来？你所谓的人力去评估这些案件，是从你现在原有的国发会的公务人员体系里头去做呢，还是完全是？从外面去募资人才，那这个你所谓的国家级的这个投资公司，照您这样讲，它应该不属于公务单位咯？它因为它没有办法放在公务体系里面，就因为公务员的一些规范，他的薪资还有他的作业、他的行为所受到的规范，是没有办法让他去做投资的判断跟做冒风险性的决策了，这是不可能了。这就是国发基金长期以来没有办法做一个主动的投资人最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即便有很好的公务人员在我们的基金里面很年轻，做得很不错的，他很快就会被外面的业界给挖走了啊。所以我们是没办法留住这样的人，所以将来这家公司的设置。一定是一个民营企业的形态，才有办法去做一个主动的投资。可是又是国家的公司，所以政府在这上面还是要有相当的控制权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设计，大概是说政府会投资一部分的钱在里面，但基本上由民间来做主导。那所以这个在设计上要怎么样能够完成，具有民间的活力，而政府又能够让它能够达成。作为一个国家投资公司的目的，这个设计上是有点难度，所以为此到现在一直难产的原因。好，那你们的进度到哪里？你现在说11月份就要成立，那你现在又上个礼拜说11月份要成立，那现在主委您又承认这个成立上是会有一点难度，设计上是会有一点难度。那我想更进一步追问，那进度到哪里？11月份有没有可能成立？现在就是说大体上的结构我们大概是已经有了了哈，然后我们需要找人来做这件事情，这显然是一个很高难度的工程哈。那也必须要有，所以11月份看起来是有困难咯，看起来还有点难度。那有难度，为什么上礼拜要发新闻稿告诉大家你们11月份要成立这个国家级？好像也不是发新闻稿了。为什么要告诉大家11月份要成立国家级的投资公司？可能因为是在一个谈话中，记者们询问，然后有一些这些都还没有确定，我们整个方案还要报行政院核定，现在都还没有报院核定。主委啊。这个虽然同为执政党哦，不过我听到您这样的回答，其实内心是有点生气啊。就说我们常常一直在讲，很多的政策未成熟、还不成型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不用讲的。你现在告诉大家，你11月份要成立一个国家级的投资公司，但是您今天在国会殿堂里头，你亲口坦承这个是有困难度的，包括找人才。谁来打理这家公司？这家公司你又要它变成民间的，但是又是国家去投资的，到底民间跟国家的角色分寸如何拿捏，如何扮演，制度面上怎么设计，都还在草创的阶段嘛？而且你都还没抱怨嘛？是。那你们很快的告诉人家说11月份就要成立，到现在连个影子都没有，明天就是11月1号了。对，这难怪你要被人家修理啊。
是，这个大概也可能就是说在媒体的报道上可能也有点误解了啊。不，这个你不能把它推就到媒体的报道上面啊。如果你们的政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完备，你就不要去跟媒体讲这些事情嘛。是，确实。或者是媒体在问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一切还在筹备当中，你也不需要告诉人家你十一月份要成立。好，现在敲锣打鼓告诉人家十一月份要成立，结果你国发会主委在这里坦诚有困难。连个影子都没有，连谁来组长都没有，连个制度设计都没有，甚至包括国家要去投资，资金在哪里？这个资金从哪里支应？预算里头看得到吗？有吗？现在都还没编列，对吗？还没编列，什么都没有嘛！不要说八字没一撇，连半撇都没有，连一个点都没有。那你这个不是让人家来修理我们吗？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是谁去公布这些东西哦。我本来今天准备很多问题，我本来今天准备了很多问题要问你，可是单单问到一个国家级的投资，你们就出了一个这么大的状况啊！是啊，谢谢委员，我真的给我们这个机会说明，我非常感谢。就是还有，我真的是这个方向是确定要做，哎，在规划中是。如果十一月份来不及，你们有没有一个进程？其实我不要再问你时程的啦，我觉得应该让你们好好的去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对的，包括。这个投资公司跟天使创业基金啊，跟国发基金中间的定位角色该怎么扮演？是该怎么啊？有一些区隔是这些是不是国发会要做更进一步、更详尽的讨论？是跟委员报告，这真的是这样。我们确实现在是设计三个基金嘛，一个是天使基金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国家级投资公司，它所要做的其实就是中间这一块创投的基金，后面还有一个创新转型基金，这个已经报验核定在实施中了啊。所以就是说，企业在从成立到成长的三个阶段，从最草创初期的天使期，我们会有天使基金，中间这一块就有一个创投基金，这个那后面有一个这个整个创新投资金，这都需要有一个主动投资的机制啊。所以为什么要设计一个国家级投资公司？它主要原因在这里。讲到这个创业天使的这个部分，主委，我想跟您再进一步讨论，就是说我看到了105年度啊，在我们的创业天使计划里面啊，总共有通过216件的申请。是。好，但是呢，这个216件里头啊，在中南部其实所占的比例是非常的低，尤其高雄只有10件。那刚刚这个廖委员很关心东部的发展，你知道东部几件吗？东部包括宜兰、花莲、台东只有4件。这个很显然的，在整个计划的通过，或者是说在推行上面，是严重的重北轻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能够检讨的方向出现。那因为我知道这个创业天使计划，它的执行单位是台北市的电脑工会。那很显然看起来，是不是这些？这个工会去执行这个创业天使这个计划，所以他所有的创业的目标方向，全部都是用资讯啦、云端啦等等，都是以这些 high tech 为主。那相对来讲，因为台北的产业工会在执行，所以他所接触到的会是以北部居多，南部相对接受辅导的，或是相对被看见、被了解的，就非常的少。主委，您了解这个情况吗？是，我了解这件事情也我想我们有在关切啊，因为那个天使基金，它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补助的基金啊，它不是真正投资嘛，哈，它是用补助的形态，所以它就接受各个这个创业家们的这个申请啊，那确实申请的案件大部分都来自北部了哈。那我们同仁大概也蛮努力，有到中南部各个地方去做这个说明，去宣导这个基金，是有一些中南部的案子，但是案件还是相对稀少了。我们将来是希望把它变成一个投资的基金，而且更重要的是说，我们有能力去找案子啊，这样我们就政府比较能够积极的。你所谓的投资的基金，就是说你。未来这个创业天使计划会并入到你的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投资公司里头，就是它可以由政府主动来出击，是不是这样？可以由政府主动出击，最重要的是它是会做投资而不是做补助了。我们希望把它让它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投资基金的运作的方式，这样政府就比较有一点主导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申请案。所以将来这个部分，我想国发会应该是要做一个更
完整的整合的动作，包括您现在回答，连创业天使基金将来都变成国家要主动出击去做投资，而不是做补助的话，那这个跟你的这个投资公司，就我刚刚一直强调的角色的拿捏，对哦，这个可能你们还要再去做更进步的整合啊，而不是说是一下子有一个创业天使，一下子又是国发基金，一下子又是这个国家级的投资公司，三头马车并进的时候，其实会让真的需要你们帮助的人，他不知道要去找哪一个单位，不知道要去找哪一个基金来帮助他。是，了解了解，这个我们想三个基金的规划现在也都还在调整当中了啊，包括这个天使基金原来的这个补助的金额。大概也快用完了，所以我们正在规划一个新的运作的方式，好吧？到时候再请委员给我们指教。OK， 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邱委员，谢谢诸位。我们再请黄伟哲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陈主委、各位列席长官，请诸位。啊，请诸位。黄委员，你好。请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那是您的后任，就是管主委，他上任的时候所做一个推动。那请问现在的自由经济示范区这个计划会续行吗？还是再评估？现在已经没有在推动这个计划了。没有在推动了。是。好，那过去推动所建制的一些前置，包括一些什么医疗、什么示范那些东西，对不对？我们不是有在那个机场吗？或者在一个地方？是，原来我的了解就是说，自由贸易港区的部分是已经有推动一些嘛，哈、嗯。那一部分当然就照原来的。自贸港区是归自贸港区、哦。对对对，那一部分医疗的部分，我的了解是还没有，就是在原来那个示范区架构下的那个医疗。并没有推动有任何的建制，应该还没有了，应该还没有。所以我们会就是有关于，比方说现在竹北生医的部分，它可能会有一点国际医疗。嗯，那如果它要做国际医疗啊，将来我们就按照国际医疗的方式来规划，就不再有那个所谓区的概念，这一块可能就不再用那个概念去推动。没有那个概念说一定要明定说，这个所谓区内境外啦，啊、或者什么什么这一类的，让就。对，就自由化，我们还是会继续做，当然，但是不要以地区或者一个区域，这个是国家未来的方向，框定一个、自由化的范畴，大概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就是说，我们不再就推动这个部分，新的政策改为就是说新南向加以及加入 TPP 为优先。是的，是，现在在对外的经贸工作上是以这两个作为优先。可 TPP 是有点像。在空中楼阁，对我们来讲，第一个目标挺远的，第二个那个挺远的目标又不大实际，也就是说，以现在的这个美国两位主要政党候选人、总统候选人，好，八号就要投票了，好，美东时间八号就要投票了，他们对于 TPP 都有一个或坚决，好，或较不坚决的反对的声音。甚至于像这个克林顿女士来讲，她在当国务卿的时候跟现在担任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她的态度有迥然不同的这个表现。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您个人觉得就是说接下来 TPP 是一个天边的彩虹还是一个脚下的玫瑰呢？是，公委员报告，这个是很重大的议题了哈。那我觉得是克林顿以前也反对过北美自由贸易区啊，这是他还没有，当然是他先生在当总统的时候，后来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成立嘛，所以这个我想政治上变数。所以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说他反对不算数？不一定啦，就是局势会改变。或者说选候选人跟总统的位置高度是不一样的。就是局势多变啊，但是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跟，比方说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世事多变化的下一句广告词是什么？要买保险。那我们国家买什么保险？我想这个应该。人家要变化，我们要买什么保险？是是是，你要去买 TP 保险吗 ？TPP 保险吗？不，委员，我讲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啊，即便 TPP 不成立哈、
TPP 所现在在这个协议里面所揭示的一些未来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哈，是我觉得还是会在别的用别的方式去呈现啦，因为这是现在美国主导的自由化的一个想法，获得其他11个国家的赞同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规则还是有可能会透过别的协议去实现。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国内，我们现在已经整理了国内几个法律，就是说希望能够跟 TPP 所规范的这些相关的法规来接轨，已经送到大院来审查嘛。主要就是觉得说这个趋势就是未来的趋势啊，不管这个协议本身有没有成立，所以我想还是蛮重要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思潮。说实在的，您觉得现在国际贸易的这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是在走向全球化，还是走向区域化？是在走向自由贸易，还是在走向保守主义？您觉得保护主义？我觉得它还是会走自由贸易的路，而走全球化的路。但是现在的趋势是说，不太去再花那么多的力气去做一些，比方说商品关税的一些谈判减让，反而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所谓啊，这个就是法规制度上面的松绑，让这个贸易可以更顺利的进行。是，因为在先进国家里面，大家的关税障碍都已经很低了嘛，哈，所以这一块其实没有太多再去开展贸易的空间，反倒是在法规制度方面有很大，还有很大努力的。所以未来的方向是在这个方向，我觉得。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虽然目前还没有加入 TPP， 会在法规上很主动的是做一些松绑动作的原因。TPP 应该不会变成一个全球的一个普及化的一个组织嘛，应该是所谓的比较接近 OECD， 或是比较接近比较已开发国家，或者比较接近西方价值标准的这些国家，它的一个经济整合。确实如此，对不对？哎，那如果我们要加入那个部分，那你说您说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架构下，还是走向区域化？包括 RCEP、RCEP 基本上也被认为是区域的嘛，对，对不对？对。那好几个区域哈，这样子的部分，我们是要以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身份加入不同的区域经济整合，还是要求一个全球性的？好，目前为止看不到除了 WTO 之外，他们在学理上现在就把这像 TPP 这种叫做大型的区域化嘛，就是 mega regionalism，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也会跨越州的，比方说它跨越了美洲跟亚洲，将来当然它可能会跟欧洲做连接嘛，它的很基础的下跟欧洲做连接。所以陈如刚刚委员所讲的，它是选择性的全球化嘛，对，就是你愿意加入我的阵营，你这个赞成我的理念的，我们就一起来，对不对？那这些国家显然都是比较先进的，然后它的所得是比较高的，市场在服务业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前进的，那它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想要让国家的经济再往前发展，也不可能不参与这样的一种集团。过去彭淮南总裁曾经提过，台湾做一个小船，在美国、中国或是日本这几个大的航空母舰底下，我们真的是要谨慎来行船，才不会翻掉。可是问题说，如果是在这个 TPP 或是 RCEP 或是说欧盟或几个大的经济这个复合体也好，或者叫经济整合的这个区域经济整合的这个体里面，我们显然看起来现在是没有办法全部加入的了。好，是。那么可是看起来这个部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路啊，或者加入怎么样的组织，人家也愿意接受的话，我觉得这部分要做长远的战略规划。是，这个，那说到战略规划，您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刚刚有委员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型的投资公司，我真的殷殷的期盼不要再像这个财政部许部长一样，很多政策都八字还没一撇，刚邱委员很讲说甚至一点都没有，这个部分不适宜这个在这个闲聊间也好，或者在会议中也好，或在访谈中也罢，来提及很多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你提到了衍生的东西没有不是亮点，因为像财政部说了，要降税，要提高标准扣除标准，标准扣除额，这部分你这个潘多拉盒子一开，你变成政府现在的财政负担跟政府现在的财政的长远规划，固然赋税是中立的，有
有支出有收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的原理都懂，但现在在政策没有成型前，不实在真的不适宜去开启这样新的讨论的战场，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你们还是要及早做一个澄清。也就是说，不管说你讲的天使基金或其他这个所谓的三大基金，或是三大的这个投资的这个主体，包括投资国家级的投资公司，这部分预算没有，人员没有，年度计划没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谨慎为宜，好不好？是，了解，了解。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银行所发布的2017经商环境报告，我们在190个经济体中排名11，亚太排名5，跟去年一样。但是你们觉得现在的这个，我们其实我们的 FDI 是很少的哦。那如果外人直接投资那么少的情况下，人家要说这个经商环境我们是排名前，名列前茅，你觉得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好，被认为是不错的经商环境，可是外资却迟迟不来，好，甚至国人投资，好，我们很多为什么有假外资，假外资说国人觉得外人，我们提供给外资的投资的条件很优惠的，所以我们自己的内资要去把头发 染金变成说我是外资，这个部分你觉得主要原因在哪里？简短。我觉得就是说，既然外国人都觉得台湾的投资环境非常好，可是来投资很少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努力不够啊，政府需要更积极的去招商，因为有很多的竞争者在我们周边，有太多太多跟我们竞争的人，包括新加坡、包括香港、韩国、中国大陆，看他们环境都没我们好啊。啊，明明新娘很漂亮。对。啊，这到底是化妆师的问题，还是媒人婆的问题？还是要推销？还是新娘的心态有问题？还是那个择偶的新郎有问题？都有可能啊，都有问题。但是我们自己要做更多的推销，更多的去努力去招商啊，这个我想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的竞争的真的太多了，不像我们过去就说，哎，台湾真的好，其他地方都不好，所以非去这里不可。啊，人家就说我们是排名11的啊，没错，是不错、啊。我们可能排名比120亿的吸引的外资还少。那一部分不会是我们竞争对手，但是如果他是排名20几、30几，没有啦，我们的外资外国人直接投资只比伊索比亚好一点吧？那个是以绝对那个金比例啦，那但是我们那个确实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国家级投资公司也有一部分的工作是要来帮忙做这个事情啊。OK， 好，希望继续努力了。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请徐友明会。有请主委哈，请主委。然后国发基金的我们的。国发基金的执行秘书，要请执行秘书啊，是。好，对，徐友明早安。主委哈，苏执秘好哈。主委，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我去网络上面，你们国发基金管理委员会只有104年的年报了，好，上面这个召集人还是林主家，好，好，也就是说我能拿到这，我想现在召集人应该是换你了。召集人现在是我，对。对，好，我的意思说。难道国发基金只能有年报吗？不能，我知道104年年报，当然那时候林主家还在，是是，您换人了。可我在网络上登录的资料，还是只有他的照片，好，还是去年的资料。难道我们不能随时的 update 吗？或是至少有个季报，好，有没有可能？就是过去一般的公司也都年报一定要做了啊，所以我们还是做年报。那个委员指示了，我们再来研究一下看好不好？哦，那至少换了主委，换了这个召集人，应该也要换一个新的了。是啊，好，不要看去还是林主家，是，对不对？我今天又不是来咨询林主家，对不对？是，不过因为是年报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再考虑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比较及时的资讯。第一个是不是季报？我想季报有可能，其他一般公司都有季报啊，或者半年报了。对，我们再研究一下。那至少换了主委，换了人以后，好，我想应该要有新的人哈。是，来，今天哈一个新闻叫中央投资公司了哈，大家在辩论说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党营事业了。好，主委，我想请问，那我们国发基金有多少投资是跟中央投资公司有关的？我们有没有做过整理？
过去的，也许我问一下我们同仁，目前现有的投资组合是没有，应该是没有看到有跟中投合作的案子吧？有没有间接的？间接的，我们可能要再研究一下。啊、有没有间接的？间接这个、啊、有没有去查过？当我们党产委员会成立以后，我们国发基金有没有自觉？到底我们的投资里面有多少会跟党产或所谓附属组织有关系的？跟中投没关系啊。我们来看下一页。好，这一家叫中嘉。中嘉，这是在你们104年十二月底这个加强投资策略性服务实业服务业实施方案，有个中嘉投东嘉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这个中嘉的老板是谁？徐立德。那你看啊，徐立德当这个董事长，他的身份是什么？都是中嘉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哦，这是顾问啊。那投资的叫中嘉投资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中嘉投资，董事长是谁？还是徐立德。那徐立德投资的身份是什么？他所代表法人叫环宇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诸位，中没有中投在字面上了，他改名叫中嘉投资了，中嘉顾问。那中嘉顾问呢？董事长是徐立德。那中嘉顾问又谁投资呢？中嘉投资投资。董事长是谁？徐立德。那徐立德所代表法人叫什么？叫环宇投资了。啊，环宇投资其实就跟央投一样。大家都认为说是党产的一部分，你看他的董事代表里面有几席，至少有三席是中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你是行家，你应该知道，中投没有在你们字面上，可是中投的钱有没有在你们投资关系里面？这委员，这个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一部分，当然我想有关于公司的这个控制权啊，最终受益人这些问题。两个董事长都叫徐立德。我们用一些比较就是说应该不是同名同姓啊。对对，用一些比较严谨的方法来。当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不会想说，哎，他所代表法人会不会跟党产有关系？没有这个自觉吗？没有这个警觉吗？是委员，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啊，所以那个委员指教了，我们再来、我们再看下一家啊、哦，这个跟这不一定直接跟徐立德有关，不过这个人叫高玉仁啊，这是你们所谓创业投资这一块哈，这是104年十二月底创业投资事业如下列表哈，有两家叫欧华跟裕华，哦，富华，对不起。这家欧华董事长叫高玉仁，那你当然可以讲说高玉仁，哎，不一定跟党产有关系啊。高玉仁所代表是高氏企业，好。那各位你看一下另外一家富华，富华这边有一个叫中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富华的常务董事，好，这叫曾中正。为什么我会提这个？就是说，当党产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想请问国发会这边、国发基金这边有没有跟党产委员会联络过？他现在就在我们这个基金的楼上办公，对啊，所以因为每次人家去冲的时候，我都想说国发会不会被冲到啊？听说你们还共用警卫啊？对对对。好，就在楼上楼下嘛。是，资讯可以交流，没有问题。啊，有去问过吗？因为他们现在刚刚才开始嘛，所以可能还没有进入到、哦。那你们有把这个所谓政党及其附属组织不当取得财产条例拿来看一看吗？这一部分我就看一下我们的同仁，我们再来注意一下，好不好？这个因为个办公室也刚才启动嘛，哈，所以我想我们将来如果有需要，会给他们来配合。为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个事情如果最后这些判定为是所谓党产或其附属组织。啊，这会影响到你们的投资，哈，会不会影响到？就是这现在大概都是讲的，大概就是过去的这些案件了啊。那是不是有牵扯到刚刚讲那个党产的部分？我们会来配合看。下一家，你看哈、哦，不只是我前面讲这个哈、哦，那当然，高氏企业是不是跟中央投资公司一起来投资这个
富华，那这一家又是很清楚，叫冠华创投。冠华创投的董事长是谁呢？也叫徐立德。那他所代表法人是中嘉投资。好，那当然我们又回到中嘉投资。好，徐立德又是一环宇投资，好，又是中央投资。下一个表，再下一个表。这个我实在是不想画这个图，我想你们都是行家。环宇投资、中央投资、投资这个中嘉投资，好，环宇投资跟中央投资，现在大家都觉得是党产或其附属组织，有争议啦。可是我一直说，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中嘉投资？那中嘉投资呢，又去投资个冠华创投、中嘉顾问、亚太新兴创业创投，用这些公司的名义跟国发基金拿钱。再下一页，董事长徐立德，徐立德张昌邦，张昌邦是谁？国民党以前是处理党产的，一个是什么行管会，一个是投管会。下面是高玉仁，高玉仁，啊，徐立德这个中嘉投资也控制了后面，那中后面最后面是中央投资跟环宇。我不太清楚这些公司投资的时候是不是在你任内，可是我觉得国发基金好像非常喜欢跟党产有关系的一起做投资。跟委员报告，这些当然都是过去的案件了。那然后当然国发基金就是据我的了解，所有的案件当然都经过一个评估审查的程序，要看有没有党产，只要是党产的，只要是徐立德当董事长的，不会啦，不会有，就越好投资。对特定投资人，他是一个争议这么多的人，后面这样子层层关系，一开始就跟我讲没有，我们跟中央投资没有关系，当然没有啊，他们又不是笨蛋，对不对？他们把国发会当笨蛋，把国发基金当笨蛋。委员不会啦，不会，这个我们的同我的助理下午查一查，就查出这些资料来。国发基金这么多优秀的，不是博士就硕士，每年出国考察，花这么多钱，会不了解这些东西？然后党产委员会就在你们同一栋楼，有没有去问一下他们在处理什么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们的投资？哎，这些都是老百姓的钱呢。什么叫党库通国库，国库通党库？这个图就是啊。不会了，那个委员过去我都可不可以承诺是组成专案调查小组？我们跟那个依法跟党产会需要了，我们就会跟他来。请党产会来上课。是我们是主管，请他们教一下党产条例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叫附属组织，什么叫党产，以后会被怎么处分，会不会影响到你们投资，会不会影响到股价，你们可不可以先行处理，可不可以组一个专案小组，一个月内组成？跟委员报告啊，这个所有的投资啊，都是我们都有一些固定的程序嘛，哈、啊，这个程序并也都并没有改变。现在有个新的法出来啊，对，有个新的机关，我们要就在你们同一栋楼，我们一定要执行新的法。你搞不好还会跟顾立雄同个电梯，不会问一下？是是，我们再跟他。这会影响到你的投资哎、欸。我了解了，了解。我刚刚已经讲，我们可不可以成立专案调查小组？我们来跟他们配合了，一个月内跟经济委员会提个报告。多少是跟这些党产有关系的，跟附属组织有关系的？你们的处置后续是什么？可不可以承诺？我们来把过去的投资案做一个检讨，至少找顾立雄吃个午餐吧，问一下是不是有能力能够清查这个，我不敢保证。不过我们想我们会做一个整理，好不好？再来跟也许跟党产会后面来研究一下，看后续看看是不是他们可以至少请他们来上课吧，请他们来帮忙，也许比较好、哦。什么叫附属组织？研究一下吧。对对 对, 對，因为现在这些不叫附属组织吗？这叫附属组织的孙附属组织啊。对啊，现在投资的这个东西有时候当然组织上有的很复杂了、啊、没有复杂、啊，全部都叫徐立德、张昌邦、高玉仁，会很复杂吗？这没有复杂，这只是你有没有用心要做的问题、啊。认定我们还是要按照专业了哈，这个我们来跟党长。没关系，我这资料可以提供给你啊。是是，谢谢委员。要这个我们会注意了，谢谢。真的，你要做，否则最后影响很大，倒霉是你啊。了解了解。好，谢谢徐委员，谢谢诸位。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
主席，可不可以请那个陈主委？请陈主委。洪委员早安。早。那个可不可以请你们那个负责国际会议的哈，像这个这次 APEC 的是哪一位 ？APEC 我们的中规处。中规处还有一个华东地区，离岛，是国土处。国土处是国土处的毛副处长吗？是毛副处长。那个郭处长先来。那今天出国去了，对不起。出国啊，是。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哈，因为这个 APEC 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那我们中华民国是确定要参加嘛？派了宋楚瑜去当特使。那你们说，你们在这个报告里面，你们是负责 APEC 的协调跨部会参与 APEC 经济委员会 EC 等相关业务啊？是落实扩大国际参与，推展经贸自由化。那这次你们有没有代表要陪宋楚瑜去？我自己会去参加那个部长会议嘛，哈。那我们的同仁可能在 EC 前面那个，就是说，资深官员会议那边也会有同仁参加，是。哦，好，那个都有同仁参加。这部长，你这次去，你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主要在 APEC 下面讨论的一些区域合作的议题吧。就是每年都有这么一个，我们要提出什么样的主张？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我们的立场非常清楚，就是希望台湾在参与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些区域的整合时候，希望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给予得到相同的机会。那个有没有要针对这个 TPP 啊 ？TPP 这个部分有没有要去那边？声明或 TPP， 因为它不是 APEC 的工作的一部分，它是几个 APEC 里面的成员国组成的嘛，哈。那经常他们有时候会开一些他们自己的会议，我们是没有办法参加的。没办法参加。对，但在适当的场合，我们都一定会表达我们想要参加的意愿，不止 TPP 啦，其他的像 RCEP 呀，就是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些区域的整合的这些活动，我们都希望能够公平参与。好，那部长，您针对这个 TPP 啊，跨太平洋伙伴协定哈，那我们台湾要加入成为一个会员国，需要美国的支持嘛？美国的那个在台协会的主席已经扩关了哈。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进口美猪嘛，是不是？您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没有？这个我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不知道美国有这种正式的要求，因为我们还没有跟他有谘商嘛，所以这我没有这个讯息，不晓得。你没这个讯息？是。好，那你参加部长会议，你可不可以讲一个你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希望能够在。今年的主题好像他们列的有一个人力发展的议题啊。那我们也会跟这些其他国家来交换，怎么样让亚太地区的人力资源能够做更有效的交流跟利用啊？那当然也会推广一下我们台湾过去在人力资源发展上面的一些经验，可以给亚太其他国家做参考的。那你希望那个宋楚瑜当特使，希望能够完成什么？这一部分我就不了解。对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这一部分我就不了解。这个因为是总统。他是代表总统参加嘛，所以应该他的任务是由总统来交付，这个我不了解，是。好，这里面有一个哈，就是这个你们的很多重大的公共建设经费比较庞大的，你们跟工程委员会都没有善尽督导的责任，也就是说你们的那个执行的绩效不彰了，而且也没有也不是很具体。我举个例子哈，华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12亿。这个12亿，你们是做了什么？它的成效在哪里？有没有定期的去监督、去考核？我看你们的预算书啊，华东地区啊，永续发展基金，预算书里面只有一页，只有一页，你只有编列科目，但是没有项目跟金额嘞，没有项目跟金额。当然我们是不审基金嘛。可是问题是你这个华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你的成效你要先讲出来，主要成效在哪里？科目在哪里？项目在哪里？执行进度怎么样？这个我说明一下，要不要请我们这个毛副处长来跟委员说一下？来，好。报告委员哈，我们那个华东基金基本上主要是用在那个投资还有设备上，那基本上我们所有相关的一些效益啊，或者是。那个经费都有公布在网站上。
就是说你们核准的很多什么重大的建设项目啊，是你们要定期的去督导考核，是你们华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你们交给县市政府来提案，是提案的话你们就核定了嘛，那核定了之后做了什么，成效怎么样，12亿经费嘞，是基本上对花莲跟台东，是基本上我们审查的程序也是很严谨的，我们通常都一定要经过，如果是地方提出来，我们一定会经过部会先进行初审，然后再会请相关机关审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最后的审查。是好，那这个诸位，这个华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呢、啊，它的执行的方向，还有它的预期的成效，它的项目执行的这个细项，啊，本席要一份哈。啊，要不然的话，你这12亿我们真搞不清楚，你只有一张纸啊。好的，好的，那委员说，你只有这一张说，可以，可以，是，我们来华东地区发展条例编列12亿，就这样而已啊。是，我们来提供，我们来提供，是没有问题，好，好吧。好不好？这尽量在两个礼拜内提供了啊。嗯、那另外的话，就是针对上一次我咨询的，啊，上一次你们那个郭处长有到我办公室来了，嗯，啊，就是针对内政部的殡葬设施啊计划第三期，还有原住民族的。这个农路的部分哈，这个特色道路的这个部分啊，那我们是不是啊本来是说要请严明慧自己来提一个计划，农路的计划，但是他们没有提嘛。那内政部呢，我们是希望他继续提殡葬设施的计划，也没有提嘛。然后还有一个是行政大楼均衡地方发展方案啊，我也跟内政部讲了，他也没有提啊。啊，那所以我想说，是不是请国发会这边啊能够。主动的邀集内政部跟严明会，就说你这个计划到今年度截止了啊，到100，像刚才讲的殡葬，还有这个农路的部分哈、啊，到今年度截止。那你是不是国发会？你说因为我们原住民乡镇啊，包括全国原住民、全国地区啦，都有农路的需要、殡葬的需要，公墓饱和了嘛？那现在还有很多原住民地区的部落公墓都是饱和，就这个计划经费为什么他们部会不提出来？你到今年度就结束，明年就没有嘞，是不是可以请国发会这边来协助一下哈？邀集这个内政部跟严明会，你们最起码要问一下嘛。你这个计划到今年结束了，你们是不是还要再提？啊，当然本席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提啊，啊，因为我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需要嘛。是，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已经准备要开会了，也有邀集他们会来。对，近期就会开会。第一个哈，第一个是内政部的殡葬设施示范计划第三期。啊，到今年结束，啊，另外一个是农路的部分，啊，这个水保局的，啊，沿乡这个农路的改善计划也是到今年结束。但是水保局我上次问了，全国的农路只有，一年只有差不多9亿2000万，送到立法院审查的是9亿2000万，啊，这个是上一次立法院出具的预算额度哦，那现在说到立法院还要再删。到时候明年全国的农路没那么多，所以我本席是希望原住民地区的农路跟全国非原住民地区的农路是分开处理，哦，那严明会应该要主动的提报农路计划，农路，所以他们没有提报，是不是国发会这边能够来主动的来协调一下？因为这两个计划都是今年就结束了，是会，这个委员讲的这些事情我们会来开会来。看看那个部位的想法如何，好不好？而且要跟他们主动的讲啊，这本席在经济委员会，在你们国发会这边来提出的具体的主张，对，他们应该不要，应该是说要主动的来争取，因为我们全国的民众啊，这个还是很需要这个公墓的改善的这个计划经费，还有这个农路的，啊，甚至于这个均衡发展方案也可以提出来啊，啊，均衡发展方案就是我们。啊，这个乡镇公所的行政大楼的改建，那个也到明年结束。是，但是事实上明年度的预算呢，内政部都已经核配完毕了，等于是明年度没有经费再核配了。这个我想毛副处长很清楚嘛，啊，因为我上一次请了郭处长到我办公室来啊，谈了快一个小时，我才知道这几项跟原住民地区比较重大的计划。都是到今年结束，要不然就明年结束。到明年结束的话，也没有钱可以分配了。所以我就想说，因为这几个计划都是跟我们偏乡地区啊，这个经济发展啊，农业发展都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是希望
主委这边是不是能够啊来主动的来协调啊这几个部会继续来提出来了，好不好？好，没问题，我们会来做，好吧？谢谢委员。好，那个另外那个离岛那个什么建设那个哈地区啊，那个是不是可以给我更详细的这个内容，好不好？委员是讲花东还是离岛？花东跟离岛了，花东跟离岛是。好，花东地区跟离岛。好的，谢谢。好，谢谢孔委员，谢谢主委。接下来请王惠美委员。我要跟你站起来。主席，有请诸位。有请诸位。王委员早安。主委，现在新政府一直在推我们的五大创新产业哦。那中华民国创投工会的秘书长啊，他表示啊，五大呢产业呢就只有生技是比较像样的，而且是唯一没有地域的一个的概念哦。那我想请问主委啊，苏秘书长的言下之意，大概他是蛮看衰这个五大创新产业哦。那主委你有什么看法？我看不会啦，我那天也有跟他通电话，那因为有先跟他安抚过了。没有，说不要再随便放炮啊！他了解我们五大创新产业，其实都有全国各地都有涵盖了。那因为生技，我想因为最近特别市场特别比较看好，所以我想可能他的发言是这个意思了。哦，好吧，其他产业我想应该、哦。那我们再看看哦，这个前国发会主委啊，那个林主家他提出不同的思维哦，他认为生物科技哦，这是高风险，但是也是高报酬哦，那是一定要做的。那他但是他认为呢？这种创业创造就业呢，是对创造就业是帮助比较少的，所以政府不应该把资源放在这里，应该让民间去投资，让民间去赚钱哦。那这里我就要请问主委了，我们林前主委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哦，到底产业发展政府的角色应该站在什么角色？有的人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但是也有人说政府就是什么都要做。主委，你的看法应该怎么样？政府应该也要选择性的做了哈，所以刚刚那个委员在讲的，像林前主委讲这个生技产业，我觉得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生技产业确实是着重在创新这一块啊，做的也很不错，我觉得，但是后续需要有一个拉动就业的计划了，它才能够让那个产业能够创造那个就业。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个阶段，因为现在公司的规模都还太小啊。不过未来的发展，我们一定会朝那个方向来做。所以大家都是在显然都是在等着政府投入这些资源就对了。不是，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帮这些产业。好，那我们再继续来讨论、我们五大创新研发的这个产业哦，有个共通点，大概就是群聚。对不 对, 对我看也是嘛，中部就是机械嘛，哪里就是航太嘛什么的嘛、哦、好，但是呢地理的群聚不会无中生有吧，因为无中生有真的是很困难嘛、哦、那我看你这次的政策规划比较接近无中生有的就有两大项，一项呢是亚洲矽谷，一项是台南绿能产业的一个基地，那从零要开始到一哦，很辛苦哎、欸。那你国发会怎么跨出这一步，怎么样来协调这些部会，那你在一个没有基础的一个区域来做这些重点产业，会不会太照进了？这个到底是你们专业的考量，还是政治分赃啊？请说明。是跟委员报告，那个其实都有亚洲矽谷啊，它虽然在桃园那里有所谓一个 hub 的设计嘛，那其实也是利用原有的聚落，因为亚洲我们这个就是半导体，因为航太不要了嘛，因为航太是国民党的政绩不能做，航太也在里面啊，对不对？我们国防、啊、所以并在一起用一个亚洲矽谷来包装嘛，没有这个问题啊。那个它主要就是台北跟新竹，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整个所谓半导体相关 ICT 相关产业的群聚嘛，所以在桃园那边再设一个据点，就会把它全部都链接起来，所以这个还是群聚的概念，只是让它更只是从没有到五，你要花很多钱呢、欸。没有，它本来现在有这个本钱吗？没有问题，因为桃园它现在是我们台湾最大的这个制造业的生产基地。那另外一个经济的一个概念，大概就是堆柴火的概念哈、哦嗯，你要人要地来，要一些相关的配套嘛哈，火点起来才会快嘛哈。那我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台南沙仑啊，
这个地方啊，并没有很多绿能的一个专家哈。那国发会未来怎么样把资金、人才，还有在地的条件，像土地政策整合在一起？你有没有什么一个规划？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沙仑现在显然地方政府也要做这个影视城哦。但是呢，在这个区块也是一个就所谓的缴销啊，这个保存的一个区块。目前呢，全台湾只剩下300多只哦。那呢，预计呢，3年的时候呢，要把这个生态转移，我想也是很困难的哦。那你站在国发会这样的高度的角度来看，怎么样在经济啊，在发展的一个过程中，跟生态维护，你怎么样来去兼顾？可不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再做个回答？是，跟委员报告，那个沙仑像这个地方是规划成一个科学城嘛，啊，它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台南周边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工业，包括台南科技，就是南部科技园区嘛，哈，那还当然还有其他的产业，但它就但是绿能的要少啊，啊，绿能也有一些不是小间的啊，不是很有代表性的啊，有对不对？几家大的公司像茂迪啊什么都在那个地方，但它比较缺的就是个研发的能量啊，所以为什么要在那边做一个科学城？就是希望能够从提升研发能量开始，把那个产业的能量能够放大，是这样的概念。委员讲的这个环保的问题啊，因为那个影视当然都还在讨论中啦，也还没有完成。最后钱还是会从你这边出吧，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你，未来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你跟生态是务必一定要把它考虑进去的。所以生态对，不要为了这个然后牺牲掉这些稀有的嘞。对，不会啊，不会。那只有剩下300多只而已，好不好？环境的问题一定会注意啊。这个部分我们看得到的，希望你们也能不把它。注意一下哈，了解。好，再来 ，OECD 里面的统计告诉我们啊，我国的研发经费来自国外部门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是占于这个会员国里面的末位哦。我们在2014年也只有0.12%，这个我们一直很瞧不起的中国大陆还有0.8%，跟我们呢是这个竞争的还。南韩还有0.71%哦，那显示呢，国内的产学研究的这个啊研发环境国际化程度是严重的一个不足哦。那请教主委啊，未来国发会如何在各部会合作，那提高我们创新这个研发的这个动能啊，让我们国际化的这个地位跟能见度能够呢，上升，然后能够吸引国际人才来台湾落地生根啊。对，我刚刚讲的问题就是说，在台湾的话，所以我很担心你五大创业人才也没有啊。就是对人才，我们现在也会有一个人才计划，希望能够对国外的高阶的人才啊，能够在不管在签证啊、居留啊各方面能够松绑哈、啊。所以将来我们会提一个特别的法案来，请这个立法院来。什么时候？可能还需要几个月吧。4年很快哦。啊，不会，已经半年了，不会的，在明年都一定可以提出来。到了明年，你能提出来之后再开始实施，我看人才早都被挖光了。会啊，我们会尽快尽量。再来，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告诉我们啊，我国外人来新创投资啊，金额啊，从2010年的67.2亿美元到现在啊，减到26.4亿啊。我们的这个隔壁啊，竞争对手南韩啊，现在呢是93.28亿啊，等于是台湾的3倍之多啊。那过去我们一直把南韩当作假想敌哦，可是呢，现在假想敌早就把我们甩在后面了啊。那请问主委，到底问题在哪里？那外界呢普遍认为是因为台湾的政治因素啊，影响到投资啊市场啊。然后呢，你是不是认同啦、啊？再来，我们又如何呢能够活化台湾的创业投资的一个环境呢、啊？对，跟委员报告，我觉得这个关键就是怎么样利用我们台湾自己现有的产业基础啊，去诱发那个投资的机会啊，不过创新的机会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方向。所以过去这几年，因为产业可是我看我们创新喊了很多年啊，喊到现在还是在喊啊，反而是国际的能见度啊，投资的动能是越来越低啊，真的急需要急起直追啦，好不好？是，我们需要一点时间，但是一定要朝这个方向来努力。最后一点时间，我再来跟你讨论一下我们的国家级的投资公司啊。刚刚主委你也讲了哈，很伤脑筋啊，怎么样在能够让它充分去运作，却又能够受到国家的一个管牵制好了啦， 对不对？因为是国家的钱嘛，是。哦，方法想出来了没？想了8个月了耶。这个东西应该是在蔡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就已经提出来的东西耶，到现在8个月，而且本席也看看啦、啊、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董事长的人选啦、啊。我看你们本来是锁定施正荣，施正荣太太反对，后来呢，我看张周某现在发炮了，你也不太可能让他，我看他也不太可能来接。还有谁？
如果到时候这个董事长又不符合社会期待的话，怎么办？一开始的人就错了，这个计划怎么可能会对呢？对啊，对不对？人一定要对。再来，你们当时是投资40%，大概就是不希望政府来控管嘛，不希望有法令来松绑嘛。可是又很矛盾啊，又是政府的钱呐、啊，对不对？你又不管又不行呐、啊。那你已经公务人员，像刚刚我们徐有明委员在讲的，已经有法令了，你们竟然还会招奸啊？他一直质疑你们很多的投资是有问题的啊，他认为你们都在睡觉啊。已经有一个法的框架之下，你们都在睡觉，何况一个没有法的框架，我们怎么能够确保这些人民的纳税钱呢？请回答。对，有法我们绝对不会睡觉了，跟委员报告。不过这个法，因为当然就是要保障各种的政府利益、社会的期待，确实让那个做投资决策是会非常绑手绑脚啊。所以一个国家级的投资公司，如果要做主动投资，对，真的是要好好设计。所以为什么花时间？您也讲得非常对，人一定要对，这个才会成功啊！啊，所以当然。可是我看这个对的人啊，大家都吓死啊！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氛围，没有人敢啊！我现在很担心你们啊，我们一开始就出事情啊。不会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给他一个机会了，给我们这个公司一个机会，我想就会。可是我又很担心欸，你说我们国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些成员啊，非常优秀啊，外面创投公司一挖就走啊，那我会很担心说外。以后成立了这家公司，变成我们里面的这个洗澡的一个空间呐、啊。这边不错的跑到那边呐、啊，会不会有这个现象？然后我看你的国发基金也可以废掉了、啊，不是这样吗？有了那个公司啊，对不对？效率更好啊，对于整个国家的整体更好啊。那你国发基金可以废了、啊，因为我可以预见得到哦，很好的人才最后他不会留在国发基金呐、啊。对啊，你有一个这样的空间，它一定会过去的啦。是啊，留对不对？留不住人才嘛，留才人动大概不人才流动大概没有办法避免了。你有没有可能另外一个思考的模式？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国发基金里面的成员有没有什么一个鼓励的一个方式，让人才肯留下来才对嘛？而不是又去伤脑筋弄了一个管也管不着的东西，然后也不知道里面乱搞胡搞瞎搞啊！到最后呢，我们人民的纳税钱我们也管不着。你们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思维，反而回来这边把这些人才好好的留住，好好的为国家做事？有想过了，但是确实在目前可是政策不是这样，上面交代的不是这样，所以你也头很痛。在现在的框架是不是这样？很难了、啊，很难，很难了、啊、哈。对，那很难的状况之下，你为什么不把一些更多的体力放在我们国发基金？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人才栽培好？怎么样让他们在获利的状况之下，他们能够有奖励制度？我觉得这是可以做的事情啊。好不好？你去研究看看。我们也可以来思考，是。我在这边还是要再拜托主委，啊、哦，你是蓝绿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人，至少你到现在没被干掉嘛。绿对你还有一点点认同啦、哦，好，怎么样未来这个基金能够有效管理，避免政治酬庸哦，这是很重要的哦。我们也希望你们未来在投资的过程中，你要看看绿营的金主哦。啊，你不能一直在追杀中国国民党啊的党产的东西啊！你后续啊开大门给别人家走进来啊，那个也不对哈、哦。我们希望真正专业考量，好不好？明确的投资策略，明确的投资策略，好不好？这样的话，创新五大产业才有可能嘛。好，我们很担心你一直把这个重点放在五大创新产业，投资好像也不应该这样哎，太着重在一个区块，哎，倒了就完了呢。对了，对不对？我们失败了就整个都完了、欸。投资事实上没有限什么产业了，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拜托主委哈，神圣呐哈，评估了好不好？好，以上。好，谢谢委员。好，谢谢王委员。给我站起来。好，谢谢。好，现在请苏委员。主席，我们是不是请副主委哈？曾旭正。好，苏志芬委员，请曾旭正副主委。主委人好，副主委好哈，我为什么今天的话就请您哈啊，就是想要跟你谈聊一聊，谈一谈哈啊，为什么没有请主委？是因为我有几次跟主委的交谈里面，还有包括我今天看的国发会的也有报告，副主委，今天为什么小燕的行政团队会选择你来当国发会的副主委？你自己觉得呢？一定有你的专业还有你的特长。包括人所关心台湾事务的特质嘛，对不对？你自己认为呢？
一方面是就在国发会里面有一个业务是在国土规划这一部分哈。那因为我本身是这方面的算是这方面的专业。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还有比如说像那个资管处，它有一部分是开放政府那一块哈。那过去在台南市政府的时候，也有处理过开放政府相关的一些业务经验。好好，副主委，我今天看了国发会的一个业务报告哈。是。从头到尾，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没有农业。国家发展的产业需不需要农业？农业在整个陈主委在带领国发会，好在往前推进的脚步里面，农业曾经在你们的幕僚团队里有曾经思考过、讨论过吗？是。农业的部分是很重要的哈，我想委员也一直很关心这一部分。那目前在新政府里面，大概就是说是由主要由农委会里面提的所谓新农业政策的这一块。那我们在相关的一些计划审查里面，大概都尽量来支持新农业发展的这一块的一些就是说在审查部。那主要的业务预算都还是编在这些业务单位里面。来副主委哦，我待会今天有两个案子，就想跟副主委交换一下意见。我也希望未来你可以协助哈，陈主委，因为脚有没有踩到过泥土，脚有没有踩过农地？是，我不晓得陈主委脚踩过农地没有，我也不晓得说陈主委的话，他有没有农业农友的好朋友？我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怀疑，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哈，就是说你一个国发会的话，你出来讲话，你所使用的语言呐、啊。包括林权院长现在都要下乡去，我想那种东西是很自然，那个气质是很自然的话，你就要散发出来。这些跟你平常是你的脑袋里有你的关心呐、啊，那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哈。我看了你们的就是明年度的预算哈，还有包括有一些延续性的预算啊。那因为副主委，你过去也担任过台南市的副市长嘛，对不对？好，那么我们的国发会的话，之前也有对。行政云江南那有一个跨区域的计划，是。那么还有针对的国土的空间，也有补助云林县县政府、那么有做了一些沿海地区，那么要做生态旅游的计划嘛。那么副主委，这个我相信这一方面的业务的话，主委一定是指示你来承担嘛，对不对？好，阿弟也看完了。是，一方面、就是、我以云林县来讲，是。那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一直鼓励就是所谓区域的合作了哈。那云林县就是从云嘉南的这个区块里面，云林县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的生产地带。那所以以前那个立委过去也提过所谓农业首都的这个概念嘛哈。那我想这部分我们大概就是一直会往这个方向支持。那目前的那个县长他也来延续了这个政策，也在提农业的发展这块。副主委是。你们现在这个期中报告已经快要接近期末了，是。好，我意思就是说，这个计划的话是在前朝，前朝所通过的预算，也就是说这个前朝所补助的这个计划案，云林沿海地区生态廊道的建制哦，他提到的废耕地的造林、能源潜力的作物的种植，还有包括湿地保育，还有发展在地特色之生态旅游等等等，是。然后未来的发展，还有包括说。他可行的计划，那么提到的短程，比如讲说发展不同污染等级的土地，可以产生生态旅游类的发展跟强度。长程呢，比如讲的话，因为这周边的几个县市都宣示禁烧石油焦跟生煤等相关环境政策的落实，所以呢，在这个报告里头说，以极端的切诺比的核灾区为例。那么以后云林县沿海地区在专业导游带领之下，也能够开放另类的生态旅游。是。这个生态旅游叫什么？副主委你知道吗？跟绿能有关的生态旅游。No， 不对。老实讲，我看了以后，还不知道要欢喜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感觉做伙了，做伤心的就对了。可以提供另类的生态旅游，叫做深度黑暗旅游、悲情旅游。副主委是，这个报告从期初期中走到已经快期末了。台湾什么地段？然后在我们的专案的报告里头说，建议以后是个深度黑暗旅游。
还有悲情旅游。所以我过去的话，在云林县对我们的乡亲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们觉得我们的城市颜色是什么颜色？你就你说我们按照国土空间的规划，沿海地区地层下限，城市的颜色是什么颜色？进去啊，进不起来。对，不利耕作。城市颜色什么颜？灰色，就是灰色。所以那个所在住的人啦，我们特别需要国发会啦。是。所以这也就是付诸为，这是你很好发挥的机会啊。这我相信的话，小英这个行政团队为什么会选择你到国发会？都让你基层走过。啊，那个基层，咱就知讲基层的本来是什么。所以规个就对啦，国发会这整个业务报告太可怕了吧？没有农业。那么现在我刚刚问了副主委，这个在前朝留下来的一个生态旅游的计划，针对不利耕作，针对地层下陷，针对国土最贫瘠、最值得我们政府关心的地方，副主委，你不晓得它叫做悲情吗？它就是黑暗旅游带。那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做？好，我们也知道，就是未来来讲的话，飞和家园2025，我们要推动50、30跟20。那么20这个干净的能源，怎么样去利用黑暗旅游地带？是悲情的旅游带，我们怎么运用啊？我们要怎么用？我这就想了，这个是国发会的话，就是要赶快呀、啊。真的要赶快的话，提出一个愿景呐、啊，就是我们把怎么把劣势的话转为优势啊。是。但是我觉得话，我过去在跟主委的交谈的过程的话，我干嘛想是生我跟主委的我们的生长经验，还有我们在社会上有工作的经验，我觉得我们是一国两制。我跟主委的工位前，我干嘛我跟他语言是不通的。我干一博，我从他身上我没有办法去感受到。我做了9年的县长，然后我今天来到立法院，我经过选民的附托来到这边，我面对国家发展委员会里头的主委。请问你对云林的情感在哪里？你对云林的情感在哪边？好，那我再提一个，我们国发会就一个人才的培育，人才的培育，哎，我们都会提嘛。你们的产业，高端的产业，高级知识分子的产业，研发嘛，创新嘛，对不对？农业需不需要研发跟创新？是，当然需要。好，计划在哪里？农业的研发计划在哪里？哪一个单位在研发？这一部分应该主要是哪个单位是在创新？是，我云林县有台湾大学，从国防部取的54公顷的土地。对，台湾大学是不是台湾的龙头学术老大？是，国发会你要要求台湾大学，你在我们云林县拿了54公顷无偿的土地，你做了哪些事情？你要去盘整啊。是，跟委员报告。很多的产业要创新研发。是，讲几堆就对了。小英的民调怎么提升？你林权院长的民调怎么提升？要有温度，要有感觉啦。你国发会的话，给一般基层老百姓的温度在哪里？我们的感受在哪边？你今天国发会的这本的这种，你这种业务报告拿出去，拿得出台面吗？你对云嘉南的话支持小英的那些支持者，你怎么交代？我请问怎么交代？副主委，你不要忘了、哦。你是从台南市最基层的，你是从副市长，然后来到国发会当副主委，这是你的经历啊。我有我自己的在社会上我的工作的经历，那么你也有你的经历。我以前的话也非常的肯定，我到现在是还是对副主委的话你期待很大，所以我是希望是农业县，还有这种最需要。国家照顾的这些县，它的产业怎么提升？它怎么走向创新？它怎么走向研发？具体一点好不好？好，具体一点提供出来。所以以后我们希望是什么？以后希望我们国发会里头有个专章，把农业特别纳进来，好不好？好不好？好。空间规划加上产业的布局，云嘉南怎么做好不好？对。产业的布局怎么做？空间的规划怎么做？有能源啊，有农业啊，还有小英的大粮仓计划啊，这么多啊！我在国会里头，我嗅觉不出来，让人伤心啊，好不好？副主委，谢谢。好，谢谢谢委员，谢谢苏委员。
谢谢主委、副主委。接下来请高志鹏委员。主席是不是有请陈主委？请陈主委。高委员早安。朱委长，朱委，那个国发会每年当然都有一些创新创业相关的重要计划哈。那今年的预算里面有一个促进产业发展、强化国际创新产业连结计划项，现在也变了一个5000万，是为了执行这个创业拔萃方案。好。委托什么民间办理一些课程啊活动哈，啊，这个不是，当然说要创业要鼓励创业要拔擢精粹都没有问题哈，看起来都没有错哈，但是我们看看这个方案哈，这个创业拔萃方案是103年就开始执行哈。啊，说要排除法规障碍，引进国际资金，然后本来选定在圆山的花博要盖一个国际创新创业园区，结果这个园区建设的过程哈、啊，发挥很可观，啊，而且计划一改再改哈、啊，一开始这个圆山的花博的园区就花了4.5亿来整修，后来因为跟台北市政府没有协调好。又改去松江大楼，又编了一堆预算，现在又要转到台北市的三创育成大楼。然后从这个计划，我们就看到哈，这个老毛病都改不掉，就是政府对一些新创的业者来讲哈，其实他们就觉得政府最多的、最重要的服务是法规松绑哈，跟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的建设了哈。这也是我们之前。就啊，这个亚洲矽谷或者亚洲一点矽谷哈的一些批评之所在哈，都不是要你去盖什么硬体、盖什么园区的哈。但是现在看到光是这个园区又改地方，之前花的费用什么就已经搞了这么多钱，今年又变了5000万。我们要问主委的是，会不会再改？那一改又改再改，还会再改？还要再花多少钱？啊，主委，你知道这个案子吗？这个案子应该不是，当然不是你任内。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案子不是你任内开始的，但是对，那现在别让他修出来，也够盖不啦，别够开发这几。他原来是要确实跟刚刚委员讲的，他要设一个园区啦，他后来也放弃了吧，所以园区也没有设计。那钱已经花了、啊，不，这现在花的这些钱，就是说他们有一个团队去辅导我们国内一些青创的业者，让他们跟国际接轨。比方说，他带他们到美国、到欧洲去做这个叫 roadshow 啊，去展示他们的创新，然后去找这个国际的资金来投资他们啦，就来帮助这些年轻的朋友们，让他走到国际上去。执行了一年了，我也有去特别关注他们的成果，我们正在做最后的检讨，看起来青创朋友们觉得这个计划对他们帮助还不错了。对，所以这个带他们走出去嘛，这个跟当初说要花钱整建园区要花那么4.5亿，就没有做，没有做那个园区就无关的嘛，没关，所以今年他就给开嘛。对，他现在是个辅导、辅导国际接轨的一个案子，没有园区在里面。啊，那现在不用再花这些钱了？是没有了，没有了，不会再改了。不会再另外换地方了，不会再改，不会再改。所以就是在啊，这个三创育成大楼就确定了，他们这个要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是我们委外的一个团队，他要在什么地方运作，他可以自己去选择啦。这就选择一个适当的地点，然后对青创朋友可以跟他们比较容易。但是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什么要花好几亿来整修。不会啦，不会啦，我们也不会特别设一个或指定一个这个园区给他们土地给他们用，没有。对啊，所以你也保证不会再改了。不会再花其他的钱了，不会了，不会没有再不会再用这种什么就是要设个园区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没有错嘛哈？没有了，是好，对，我再请教一下，国发会是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的管理机构嘛哈，然后这些基金透过信托、专户投资、创投事业的中小企业文化产业这个，那到104年6月底，国内外累积总投资金额是。218.26亿哈，那我要请教，这中间这200多亿里面，
如果是属于所营事业目标无法达成，或者连续三年亏损情况无法改善的投资金额，一共有多少？哎，这个总共200多亿的哈，218亿。对，那这218亿里面有多少金额是属于这个所营事业目标无法达成或连续三年亏损情况无法改善？大概那个报告委员，那个金额可能我们还得统计一下。我的同仁跟我讲，那个投资失败的家数大概有40多家了，是吧？金额投资组合40几家？哦，9家有在亏损中了。这些资料我再提供给委员，好不好？那个因为西部的，我跟你讲，那个金额是12.53亿。为什么知道？因为监察院有纠正过，监察院就认为说，像这些。没有有效的运用，然后在到104年6月底，由国发基金所投资的事业目标无法达成，而且是连续3年亏损无法改善的投资金额，已经高达12.53亿。重点是，根据中央政府特种基金参加民营事业投资管理要点里面，这要点你们自己核定的，这些接受基金投资的事业，如果目标无法达成或者连续3年亏损情况，就要检讨评估，而且报给主管机关核处。那国发基金不是信托基金，国发会不是说其实是有投资要不要投资与否的决定权，实际上都是你们在决定的。那根据这个要点，如果符合这样的情况，就目标无法达成或连续3年亏损，你本来就应该要报给行政院，那为什么连行政院都没有报？这个应该如果是就没有才被纠正了，监察院就是因为没有报行政院核处才被纠正了。那现在这到底亡羊补牢补报了没有？都有报，就是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些数字，对，是纠正以后才报呢。对不对？监察院在讲的，可能就是说有一些事业到目前还在亏损中了哈。那当然就是说，亏损中的事业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退场？这个是可以讨论的。我们现在也正在设计一个机制，就是说是不是将来有一个要不要退场都是你们决定的。现在是说要点规定说你们要报，有了报主管机关嘛？这个应该都有报，这应该都有报。有报怎么会被纠正？每年的这个就是说，诸位，麻烦你回去查一下。被纠正的这些到目前报了没有？好，我们再来看那个监察院的文的部分，再来了解一下。好，刚刚主委进来的时候，记者在问说，今年的预算里面有没有编事故哈的预算？你要特别提到说，以往事故都会卖台积电的股票了哈，因为当然是。那个涨得比较高嘛，哈，那虽然都是高价哈，但是市股一来不会配合政府财政，好，应该要有一个策略性的思考，好，那虽然股价高，但是国家是台积电最大的股东，要卖也要考虑是不是能够确保经营权，就是我看刚才您回答记者说的嘛，对，那。这我听起来这时候有点担心，是这样，现在台积电的经营权有问题了吗？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不然你说你要考，为什么要考虑他经营权？就够了，大概要还多少？我们不能够卖。是张忠谋那个董事长会被逼宫吗？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问题。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听的，还还多少？我跟他前几天还发了，才发了那个红包而已，每个员工好像都有一点哈。跟文报现在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问题啊。是。但是我是讲，就是说，因为我们但是确定明年不会卖台积电的股票就是嘛，不会，没有规划了，没有规划。以前都会，那今年没有，那、是不是我们这样听起来也有点问题啊？是不是就是因为经营权有问题，所以明年不会卖？这其实以前编也都没有执行了，所以其实可能都是以前有编，但是没有卖。我的了解，去年是编了吧，也没有执行了，所以还是去年就有经营权的问题吗？还是什么？就可能就是策略性的思考，在预算的编列上面，那个时候可能有他们的考量，我不太了解。不过我的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像这么重要的公司，我们不是为了预算去设定要不要卖了，是要更高层的思考，是这个意思。所以之前是先编再说，如果欠钱就卖啊，但是后来是没有卖。那现在您觉得说连编都不要编啊，是这个意思吗？是。对，我的这个就是你说今年是这样，今年是这样处理的，就是所谓策略性的思考。的一部分嘛，对不对？对。但是你又说
你还是会设计国发基金的一个出场机制，没有错吧？我们还是应该有一个退场机制，因为有些，所以目前没有。就像刚刚您说的，有些公司可能投了很久啊，也没赚钱，将来也不一定有什么希望了。那一部分我们应该要退嘛，所以这些也应该要设计。所以换句话说，这么多年国发基金投资了这么多亿啊，都没有退场机制的设计。没有明确的一个执行的作业的准则啦，我不能说它没有机制啊。所以你希望把它建立起来？希望我们有一个准则，将来同仁们可以来依循。这个是可以公布的呢，还是说是？这些应该是可以公布，没问题。我们一定会通过管理委员会嘛，它势必要经过管理委员会的。那就管理委员会才能核定嘛，对不对？对对，核定啊，多久？办法？你希望多久能核定？我们可能很快吧，最近就已经在研拟了，是。那多久啊？大概多久？比如今年年底是？今年可不一定能来得及一波，我想半年之内我们一定会做吧。半年之内会有吧？这是个出场设计，有一个退场的一个准则，让将来我们基金作业上有个依循。是。那如果半年内有的话，是不是可以给委员会一份？如果可以这个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吧？好，给委员会给我一份，这样可以吗？对。好。好，谢谢诸位。我们谢谢委员。谢谢高委员，谢谢诸位。接下来请张立向委员。好，主席，请我们陈主委。请陈主委。好，张委员好。主委，我首先恭喜你哦，我们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已经突破2%嘛，哈。是。那已经到达2.06%了哈，比主计处哈预估的1.99%哈还高了0.07%呢哈。那但是呢哈，学者专家就批了。这个数字哈，丰满，内容骨感，哎，我觉得还蛮有押韵的嘞，哈。所以呢，哈，针对这样的一个批判呢，哈，那我觉得主委你可以说明一下，要不然你这么努力已经突破2%了嘛，对不对？哈，但是呢，学者专家还是批，这个还是有点空洞了哈。你说明一下好了。是学者们总是有很多的期待嘛，啊，嗯，这很不容易。我们从负的变正的，从正的又超过现在的预期，所以我想是不太容易。这里面当然，我想这些批评可能是觉得它还没有全面性的复苏，就感觉上某些产业比较好啦。我想是这个意思。某些产业可能，不过我觉得这个数字过度美化。没有没有美化，它绝对是真真实实的数字。那不管是在制造生产的部分，或者是消费出口，其实三个面向都蛮稳定的，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蛮稳定的复苏状态。当然，我想学意思就是说二还是不够好啦，所以我们要继续努力啦。这个我想这个我们会来。继续努力。我想你知道，我们林权院长最近参加一个工商业界哈啊，这些非常资深的这些啊组长者，然后他们所开的一个早餐汇报嘛哈。那当中呢，我们张忠谋董事长呢就说了哈，新政府是以创新、就业、分配哈啊这样的一个三大主轴，然后那想创新跟分配。这当中还是有一些矛盾，那我比较在乎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过度的把所有资金投入在创新里面，会不会对我们这些老旧的传统产业有点啊，有失公允了哈，有点分配不均的情况下，那如果等到你发现了哈，这些哦老旧的传统产业，它其实它竞争力是在失去的，是在逐步的衰退的时候，你要再来弥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Hey,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在分配能不能平均的情况下，创新跟传统产业我们还是要着重互相拉抬，互相提携，甚至呢，我想传统产业还是要多一点点关心跟注重。主委你的看法呢？是这个我完全同意。其实讲创新，尤其传统产业更需要创新了，才能够突破目前这个状态嘛，所以台湾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创新是不可能有下一阶段的成长啊。我们过去比较容易就只要投资它就会成长啊，现在显然你投钱进去它也不一定会成长啊。所以我讲这个讲创新是意思是这样，它不是，所以对传统产业我想比那个新创比那个高科技产业更为重要。主委，我想哈，这个比例上的分配，我们还是要互相着重的哈。但是你知道，目前我们台湾的经济投资环境哈，其实目前是五大皆空了哈。从我们的啊，缺水、缺电、缺土地、缺工、缺人才，对不对？哦，甚至我们目前也面临六失了哈，也就是政府失能、社会失序、国会失职、
经济失调，世代失落，国家失去总体的这个目标，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了。那所以我想请问，就是主委，我们现在 有这样的一个五缺跟六失，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国发会非常必须要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你为如何啊，在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经济成长持续的成长了，我想我们国发会一定啊，对整体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一定要有所定见跟整体的这个经济目标。好，你可以再说明一下。是，公务员报告，其实这五缺当然是工业界的朋友讲的了，那确实政府，我想他们主要是疑虑了，不是说现状就已经有这些问题。那政府的施政当然一定要确保这个所有的供应都能够非常的充足，尤其是有关于土地跟人才了，因为台湾其实并不是说没有地，地本来就这么多，就是现在地价比较贵了，所以工业界在做这个投资的时候会感觉到压力。那这一块我们在最近也有提一些计划，希望能够维持工业区土价、土地价格的稳定嘛，那有关人才的部分也是一样，就是希望国外的人才跟国内人才都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不只能够吸引国外人才，也让国内的人才可以留在国内就业嘛。好，那这些我想是政府施政一些一定要做的事情。好，那主委，我想对于缺电的部分，我想你还是要了解，因为电力呢是我们民生必需用品，甚至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基石了，所以现在你光看从520到现在整个，这个备转容量，过低达到红色警戒线，这个呢我想这个部分是最重要的，所以不晓得你对于我们目前啊电力未来的发展，现在整个电业法修正以后呢，要把它区分两阶段，甚至绿能先行，那你认为绿能先行，也就是说在你国发会整体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呢，你认为绿能先行对整个电力稳不稳定，有没有对我们整个整体的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威胁，甚至大家疑虑更大？我想应该不会，因为现在我们过去是，就我们现在最需要就是让绿能的供应能够增加嘛，政府也需要宣示一个决心，就是说我们是有决心要来发展这个绿能的，那也设定了一个绿能发展的目标跟上限嘛，所以那一块并不是非常就是说不合理的去设定一个达不到的基准，因为现在设定20%，所以这一块现在努力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它不只是可以满足一部分就是说补充一些这个电的缺口，另外它可以带动产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方向，是好的方向。那我们主委请问一下，Google 目前对于我们的绿能先行它愿不愿意啊，完全单向的就是绿能直供给它的，给这个 Google 它愿不愿意，它认为电力稳定吗？因为他想要做的就是一个完全绿能的供电的系统，100%的，百分之一百的，所以这一块我想，因为现在的国际间比较前进的企业都希望也能够维持环境的友善嘛，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能够提供这样的系统，不只是绿，而且又稳定，这个是挑战了，但是那我们稳定，我们现在讲求的是稳定，而且是稳定的电力供应，这是我们能够做到，我想我们在世界上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对，但是呢我想很清楚的了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绿能直供了哈，当然完全干净的电力，但是现在目前很多产业界他认为这个绿能直供了哈是没有办法稳定的，甚至你是要搭配很多的这些机载电力来做稳定电力的这个配比。那如果这一块呢，我想你们在这个部分有点太异想天开了，甚至呢太于过度的用华丽的言这个辞藻来欺骗所有的企业，甚至欺骗所有的民众了。那这个部分当然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了，最主要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在稳定所有企业界能够在这里投资的情况下，电力是非常非常重要了。那刚刚呢在五缺当中电是非常危急，甚至非常关心到所有整体的发展。但是呢在资金的部分呢，资金的部分我看我们国发会框列了1000亿的经费，由国发基金来做担保，向公营的这些河库来借支，预计设立产业创新转型基金。那我想请问，在这五缺当中我们其实没有缺资金呢，没有缺资金呢，你可以从这个图里面你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整个对外的投资啊可以达到1.539兆的哈，甚至呢我们的所有的企业界对外直接投资呢投资啊
3030亿了哈。那外资来台投资啊，只有投资啊666亿，这当中的差距啊，差距了2364亿美元了哈。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呢，外面的人要来投资台湾，其实他认为呀、台湾呐、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包括政治都是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他们不敢贸然投资。甚至我们台湾的企业厂商也都跑到国外去投资了嘛。所以这样的整个经济环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国发会主委啊、你认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因应，怎么样来调整？不是只有框列1000亿来做这样的一个补助，但是呢？如果他们觉得这资金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整体的政治稳定性，整体的经济环境是要利于投资的，他们才把愿意把钱砸下去的。所以这个部分是主委应该要深思的，甚至要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也就是我们未来的整个经济投资的环境要怎么改善。主委是跟委员确实对啊、台湾不缺钱，但是这些钱不一定会投资在台湾啦、所以我们设立这个基金的主要目的就希望能够诱导台湾的资金能够投到台湾的产业里面去、尤其是一些已经存在的公司、中小型的企业、传统产业，他们需要转型升级啊，这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些资金，那让这些游资能够进来，所以这个基金主要的目的是在做这些诱导的作用。我非常同意委员讲的，大环境是最重要的啊。不过我想这个资金的协助还是会有帮助啦。时间到了吗？不是还有2分钟吗？我超过了。好，那主委我想最重要我们是要去拟定个非常适合投资的环境了哈。那当然就是说你现在目前框列这个基金我们当然是希望就是说它绝对资金的投注到底是扶强还是扶弱，还是有颜色区分，还是用抽佣的啊、这个我想你一定要非常客观而且公平公正来审议，专业来处理。是，谢谢委员。好，谢谢主委。谢谢张委员，谢谢主委。接下来我们本来是11点要处理临时提案，但是因为各位委员都在、所以我们等一下请苏正清委员质询完之后来开始处理临时提案。不过你们两位都不要走、好，请管碧玲委员质询。张委员，谢谢你等一下不要走。谢谢主席，我们请主委，请陈主委。官员好，主委好，是渐渐变成没有声音的人，为什么？有啊，还是有，以前还是有在讲话、国发会主委很强哎，现在好像协调的事情排队都不是到国发会来排队，都去那个张政委那里排队。你们的分工再稍微平衡一下，好不好？是有分工了，因为有分工，有分工，好不好？是。我找他排时间，一排排10天排不到，所以他那里很忙，我们这边不要变成冷衙门，好不好？是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国发会的预算，好，我们看一下说整体来讲，明年度跟今年度相比，国发会。预算很具特色。明年的预算，国发会，整体来讲当然是有减列了哈。那减列的部分哈，它有减列的部分，减列的部分跟增列的部分很突出，尤其是增列的部分非常的突出。有几个项目的增列是，甚至成倍数增加。两个项目，一个呢，我们来看促进第六项。促进人力资源发展，完善老年经济安全制度，它增加到将近2倍多，对不对？增加到变成267%，好，增加了167%，所以增加到原来的267.39%。好，那另外是国土规划，它增加了国土规划也增加了很多，增加了11.83%，然后管制考核呢增加了24.33%，可是它的传统，我们说它传统的工作的项目呢都减列，
譬如说规划跟推动国家长期计划综合业务减列了 13.5 亿%，然后促进社会发展，也就是社会性的政策，你们这里的研发也减列了 11.16%。 那其他譬如说促进产业发展，或者是推动法规松绑革新，强化经贸的竞争力，也减列了 12.38%。 那这个预算特色很清楚，就是呼应我们新政府要推动的重要政策。那其中国土规划当然非常的重要，我们讲了非常的多年，但是没有进度，所以它反映在你的预算里面，国土规划里面增加了。好，那管制考核要强化，好，这一点我当然乐于看见。最重要的是你们反映在长照嘛，是不是？好，反映在长照。那本席要说的是，我还是提醒你们，经济部长在这里的时候，我告诉经济部长，我们现有的产业嗷嗷待哺，投资没有刺激，然后景气无法复苏，他们所面临林林种种的问题，因为中小企业他们占我们就业人口的78%，他非常需要政府机关在新政府的时代给予关注，解决他们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产业升级也减列了，法规松绑强化竞争力也减列了，促进产业发展减列了，然后总体的规划也减列了。那我们现在整个政府的预算集中在新政府强调的五大创新、五加二跟重要的改革。那这个时候我要提醒的是，国发会扮演的角色，好，到底国发会他要站在国家的中长期的眼光跟角度，去横平的综合考量国家发展的路线，还是随顺短期政策，或者是随顺重大政策的变革去定位你们的角色，这两个要如何的平衡，这是主委你很大的挑战，好不好？嗯，了解了解。我想那个，当然我们永远都要比较前瞻了，因为在所有的部会里面，对国发会一定要稍微看得比较远。但是你们在那个部分简列的预算哦。嗯，对，不过因为这些我想同仁都是例行性的业务哈。所以可是长照为什么到你们这里要反映到这么强烈？它有一些，它是什么？不只是长照，就是现在年金、年金改革的，有一些年金改革相关的预算，哎，是为什么会反映在你们这里？因为它现在有，你们是研究发展考核的机构，啊，对，它有些，你们不是业务执行的机构啊，不是执行机构，对。但是因为我们年金现在没有，基本上就是说卫福部啦，做其他的部位，它是散在各个部位，所以它需要有一个总体的。比方说，现在在做改革，需要有一些总体性政策的资源啦，所以那一部分就特别多编了一点预算。那年金改革基本上，如果说真的改革成功，你们的经费会增加啊。可是这里是已经，你们是已经计划明年度年金改革会完成，所以这里增加的预算是年金改革以后多出来的，哦，的钱吗？啊？对。有一个会议，就是他们要办国事会议嘛，年金改革，所以放到你们这里来，对对对对，他预算编在这个里，就是，对。好，那本席要提醒的就是，真的就如同我对经济部部长讲的，中小企业不要变成好被抛弃的原配。好，这一点的平衡现在就是要靠你们了，因为你们的视野是全盘的，是综合性的，你们的视野是前瞻的，好，是要中长期的。好不好？那本席就是看到你们这种总体的预算的变革，我感觉到有点忧心。好，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们在现有已经被删减掉的预算的范畴之内，不要消极，好，不要减弱了你们在这个部分的功能，也就是国家的前瞻的中长期规划的这个角色的功能，好不好？是是，委员，我们会来做。那第二点，我很关心的是，你的国家型投资公司到底是什么？好，国家投资公司到底是什么？将来这一家公司要直接去选择投资的对象吗？他会去找一些适合在台湾做的投资，然后是他自己本身公司的投资项目吗？会成为他本身公司的投资项目吗？他自己也可以投，他也会跟别人一起合作投，也就是说他要把我们现在国发基金比较被动的一种投资方式，就坐在家里等人家来送案了。其实这个就是你们国发基金执行的错误嘛。
国发基金执行这么多年，然后这么多的预算执行到现在还是静态的、被动的在那里等人家送件嘛，对不对？组织上的问题。来，本席哈，其实是充满了疑虑了。对于说又要一个国家型的投资公司这种事情，又要国家来做，为什么不是我们以国科会去刺激民间，让民间来做，让民间有这种协助？有创意的产品跟有创意的团队去替他们寻找资金，然后让这种类型的创投机制蓬勃发展，这样才对啦。这样也这个部分也非常重要。那你变成是我国家自己就下来扮演这种公司的角色，我觉得那个就是错了啦。但是还是有些部分。本席举两个案例给你看。这两个案例呢？是在美国纽约成立的两个公司，成立的很新很新的两家公司，一个叫做 Kickstarter， 我踢你一脚让你开始往前走，好，另外一个呢叫做Indiegogo， 这两家公司它专门在做的是什么？是我心目中所谓的投资公司，它到处去寻找，以这个 Kickstarter 来看的，他总共有115个工作同仁，他们非常的认真很敏锐的收集全球的资料，然后他们去拜访这一些值得投资替他们募资的公司，然后替他们募资让他们可以向前走，这是新创产业非常重要的踢他一脚很重要的一个形态。他们从 non-profit到今年他们变成是一家公司 benefit company， 为什么我会知道台湾的子弟在那里服务，他已经延伸到台湾来拜访我们值得投资的青创了，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你知道他才115个人，他成立在2009年4月成立到现在，他已经成功的纠集了全球1200万人来参与他们所开发的投资计划，他们所建议的投资计划，总共曾经来这里至少投资过一个案的人加总起来有1200万人哦，不是人次哦，好，已经有1200万人来参与了，才2009年呢，而且他所替他的方案累积总共有多少个项目呢？光成功的项目就114223个项目，11万个项目是成功的，那不成功的是他的倍数。为什么？因为他的成功率是44%。总共募资多少钱？27亿美元。这是一家公司，他的另外一个相关的公司和他比起来，同样的动能，同样的动能，总共资助也高达14万个项目，也资助了14万个项目。那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比较严格的审核，我刚刚讲了，他们这115个人当中，他们分工，他们收集资料，他们做研究，然后他们主动出击去拜访，以后替他募资。我们的国发基金就是缺乏这一块，为什么？他政府机构啊，我政府机构，你们公务人员，你怎么可能卡棒关？我去研究了，我来去拜访，我来去找个案，你们可能吗？国发基金所有的工作同仁，你们可能这样做吗？不可能这样做。将来的国家型的投资公司，你们要做到哪一个地步啊？我不必国家型的投资公司。像这样的一个私人的 NGO， 他都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台湾的子弟都在里面热情的服务，为什么要政府来做？然后是一家国家型的投资公司，为什么不是政府去辅导民间这么多的游资？台湾不缺资金，缺乏的是投资的决心。我们已经不投资了，因为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投资，我不知道投资的标的，我也没有投资的热情，然后钱呢几兆几兆往外呢到世界各国去买房地产，他缺的是一家国家的投资公司吗？我不认为哦，我认为缺的是让这种创投的机制百花齐放，
让台湾这种民间的创投变成一个趋势，变成一个热情，变成一个路线。回去好好想一想这个计划，好不好？是委员，你讲我都赞同了。不过我们还是觉得说，希望民间很多一起来，但是国家还是有点角色了，所以我们只会是其中的一家，好不好？本席最后问你一个哈，今年台积电我们的持股有没有编事股预算？你们这里有没有做总？现在没有编事股预算，没有编哈。是，好 ，OK， 好，谢谢。这个是民间很关心的一个课题，好好，谢谢。好，谢谢官员，谢谢陈主委。接下来请苏正清委。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我们主委，请陈主委。啊，素媛好，主委你好，你好，主委，你也历任过证监会主委嘛，对不对？是，从1997年5月到1998年9月，然后国家发展委员会成立以后，你也现在来担任国发会的主委，对不对？是，那现在。国会主委，大家国会大家都知道，他现在牵扯到国家的整个规划设计、协调、审议、管考，也就是说，包含当初的研考会、还有工程会，包含我们档案局都列入到你的麾下这边来了嘛，对不对？是。好，那刚才官委有讲，大家都找政委啊，没有找你谈一些国家重大的发展。你说现在有分工，真的有分工到很好吗？有分工了，这是我们。那为什么大家？为什么奇怪？大家找政委都要排那么久的时间，那有多少委员找过你？啊，也蛮多了，也是啊、哦，是是。举个例来听听看吧，我就没有找过你啊。有时候委员就是大部分我到委员办公室比较多了，是啊，没关系啦，到过委员是这样啊、哦。委员到我们办公室。刚才委员的提议是说，他们是希望真的我们这个国发会要能够真的去让人家感受到国发会的存在。那存在又是另外一回事，更要让人要让所有的人民也好，包括我们民意代表立法院的委员也好，我们要你们要让我们感觉到你们有存在的事实以外，能更能发挥到你们的功效，对不对？是，不是存在的话，因为例如医生都说您存在啊，但是存在感受不到你们的工作效能，那又不是那就白白存在没有意义嘛，对不对？好，那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我要问一下主委啊，主委从经建会到主委。到现在的国发会主委，你觉得角色上有没有不同？我不敢吧，因为比较现在多了原来研考会的部门嘛，哈，所以至少在这个政府的效能啊，这个管考部分，这个我们工作增加多了研考会的效能。但是你觉得从上任到现在，你觉得你们的效能有跑出来了吗？还是说时间很短，要我们再多给你们一点时间？都逐渐在上轨道当中吧，我想我们包括研考会的业务，比方说上轨道是你讲的啦，哈，当然我们也乐观其成啦，哈。不过主委今年的工作愿景目标，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今年106年度最重要是就是要让经济的这个发展能够比去年更好，这我想最这当然大家的目标啊，但是诶，公共啊，怎么办？我红杯不？我就讲一讲嘛，又不会怎么样，对不对？现在人民百姓怕的就这个嘛。就是说，我们政府讲的都是一套，那实际上执行的又是一套。为什么我要这么讲？你们现在要成立什么五大产业，对不对？对。好，那也要成立国家级投资计划公司，是国家投资公司分为两个层次嘛，一个专业的投资管理公司，还有管理顾问公司，是，对不对？是。那重点，刚才也有委员提醒过了，10月你们要成立管顾公司。在11月管顾说你们要成立董事长人选怎么来？跟委员报告就是这个计划目前因为还没有定案啊，所以还没有定案，但是为什么就会闹得沸沸扬扬呢？这就是我想那个就是媒体的这个报道啊，有时候不是很精准啦、啊，所以其实我们还没有定案，没有定案啊，媒体报道没有精准，那当个台有媒体。那其实我要讲这个，我只是要跟主委你讲，这种事非同小可，对不对？那。我讲这个例子的原因，我要强行请你回想刚才高委也有提到，当初你们的这个创业拔萃方案，管爷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所谓的我们委员会留下了好多的惊人的言语啦。
当初包含国民党的委员，包含所有其他部分党派的委员，我大家都跟我讲，讲这个不能开玩笑，那个地点不适合，听不懂，听不懂，坚持己见。我甲建议讲，而且我们有好多委员在跟他打包票，我讲你底下绝对做不开。他讲的拍胸脯、信誓旦旦，结果呢？到结果呢？现在你们变了好几次，浪费了工党多少钱？工委报告他其实后来也没做了啊，所以对嘛，就是后来没做嘛，但是就把钱浪费掉了嘛。没有了，对不对？钱就是有点规划的过程。这个不是钱，什么叫钱？没有真正投资进去了。对啊，是没有投资进去，但是之前的规划我们就跟你讲不可行。那反应过来，现在这个我刚才跟你讲的。这个你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级的公司，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千万不要重蹈覆辙。我们都一直在跟时间赛跑，那都还没有定案，预算也还没有就位，我们就可以把声音做得好大。我跟你讲啊，雷公在胆，无稀罕呐，信啊在拍才会惊人啦，对不？但雷公的无意义呢，讲不着你呢，信啊那断掉你，一个你也拆开啊呢。所以我们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汲取前面的教训。我们现在怕的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单位上，我们没有要好好的去把这个效率执行出来。我们怕的现在是这个，对不对？好，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很明确的，也很希望你能很用心的回答，在这五大关键化的目标订定里面，你们有说要促成100家新创事业成功企业在台湾设立研发，什么叫成功的定义是什么？成功的定义，你们要企业要促成100家新创事业成功企业，什么叫做成功？是钱赚多叫成功，还是增加就业率叫成功？你们的成功的定义在哪里？公务员报告一般那个新创企业的成功，大概就定义说他赚钱，不，他可以上市，或者会可以被人家买走，就是可以退投资人可以退场，所以称为成功。这个就没有很明确的定义了。包含着你们研发中心的规模嘛，不啦？你们还写说培育成立3家国际级的系统整合公司，国际级的意义又是什么？什么叫国际级？它就是不止在台湾可以运作，也可以在国外有一定的能见度。那都有说明很清楚了吗？是。然后促成2家国际级厂商在台投资，你们也没有说国际级的公司是要资金多少，还有要多少时间，要如何去管控，都没。所以我讲了，你们只是先把这个大概都写一下，但是那真的要所谓的国际级的，你要跟人家讲国际级的是什么啊？对不对？那你们又说要促成2家国际级的厂商在台湾投资，那你国际级的厂商，它的定位在哪里？标准在哪里？啊，我伫外国有一间公司，人要来想要跟你申请，我把自己定位国际级哦，那我跟你们问说国际级的定位在哪里？你们没有办法跟人家讲啊，所以不能只讲到一个框列式的而已，而里面都没有东西，这样是不对的啊。是是是，对不对？是、哦、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未来的一个具体的推动做法，还有经费都一定要很审慎的去评估跟研究啦。啊不哦，您现在攻击的威啦，然后媒体又故意的放大的话，那对你们来讲，那不是伤害？什么叫做伤害？所以说你们说11月就要成立这个管顾公司。但是11月现在多久？今天几号了？11月1号，是不是？对。好，明天11月1号。好，那到11月底，你们有办法做得到吗？跟委员报告，现在还没有，因为案子行政院还没核定了啊，所以对嘛，这个时间上，所以没有核定，那为什么就会变成这样一个讯息呢？对不对？那你有办法掌握行政院什么时候核定吗？对啊，这个对啊，我们那没办法掌握的是，那为什么事前就讲的这样，然后大家又来？替新政府讲说啊，你们又在空口说白话，对不对？那凡事都又在打什么折扣？那这样对你们也不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协助你们？我们很乐观其成的，我们真的是希望国发会要扮演好幕僚的角色，因为你们太多了，你们要规划，你们也要设计，你们又要协调，甚至有审议又有管考，你们的责任非常的重大。你们是在行政院体下的一个最重要的幕僚单位。但是这个幕僚不是我黑白讲讲的，而是我黑白设计的，我来怎么放我风杯呢？那这样存在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对，确实啊，我们会审慎来做，好吧？这个审慎来做，诸位，我一直要强调一点啊，审慎来做绝对不是一个口号。就如同我刚才一开头就跟你讲说，你担任过国发会，你担任过当初的主委，到现在
现在改制以后，你现在担任国发会主委，那角色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多的是一些单位并进来，所以你们之间的要做的东西更多。那角色你如果没有去调整，还是维持原来的，那干脆就维持原状。那为什么要新的扩编？对不对？对。好，那既然政府基于我们国发会这么重要的角色，每有很多事情都需要你们规划，包含着设计，甚至要叫你们重新思考到底可不可行。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去扮演好这个角色，那未来国家的发展都一定会停滞不前呢。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你们去决策的呢，对不对？所以你看这这么重要。所以上任到现在，我们对你们有多大期许？但是委员讲呀，为什么现在听不见你们的声音？啊，听到阁是歹，大家要去找政委，啊，无需要就恁，啊，那是漠视了你们的存在，还是应该说你们不应该有存在的价值？好，跟委员报告，真的我们会来努力了啊。这一块不管是规划或者后面的管考，这个整个政府的工作落在国发会身上呢，我们会尽量来完成。主委，努力是应该的啦，但是除了努力以外，就是要赶快的做出成绩。是，没有办法做出成绩，那一切都是空口说白话，都是空谈。好，在这边跟你互相勉励，我们希望看到实际的成绩、实际的作为，做给台湾人民看，好不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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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好，谢谢苏委员。接下来我们处理临时提案，然后开始宣。哎啦，我较紧的，你有提案呢？哎呀，我宣告了。然后处理临时提案，我们尽快处理哈，赶快宣读。那这处理临时提案的宣读的过程中，可以上洗手间休息的，沟通法案的，赶快，谢谢。临时提案第一案，104年行政院为加速景气复苏速度及力道，责成各相关部会及国发会会诊提出消费提振措施，实支数逾55亿元，为对整体经济的注意有限。鉴于中央政府财政极为困难，原请国发会未来协助行政院研拟相关政策时，以国家长远之建设发展计划进行规划，避免治标不治本之短期政策，以维持经济及社会之永续发展。提案人苏志芬等委员。第二案，国家建设总和评估规划中。中程计划借由整合相关工程建设，加强各区域之间之跨域合作，并发挥中效，以降低成本。104年度补助属于区域跨界合作计划数量偏低，执行成效未如预期，应加强推动办理。原要求国发会改善对策，于一个月内送交本委员会。提案人苏志芬等委员。第三案，有关云林县沿海严重地层下陷建构生态廊道之土地利用模式及其可行性评估计划，其中提到。当地现有气象站与空气品质监测站仅能提供点源之观测资料，无法显示温度、雨量及空气品质在不同空间位置之变化状况。原请国发会应协同环保署，就我国现有气象站与空气品质监测站之数据收集与应用，研磨改善与提升数据应用分析效能，于两个月内提交报告至本委员会。提案人苏志芬等委员。第四案，依照国发会人力推估报告，养猪业人力不足，噪音。与学用落差，新进人员所学的知识无法应用于实作上，代表农委会针对技术教育训练之补助成效上仍需加强。原要求国发会应持续就养猪人力培训议题与农委会持续研拟改善方案，于一个月内将改善方案送交本委员会。提案人苏志芬等委员。第五案，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已针对国民党党营事业中央投资公司及新裕台公司召开首场听证会，是党产委员会中确定由中央投资公司为国民党附属组织后，恐移转中央投资公司资产为国有。鉴于国发基金与中央投资公司目前有许多共同投资关系，若党产委员会中确定中央投资公司为国民党附属组织后，国发会未来恐有被牵连冻结之余，国发会应于一个月内组织专案小组全面清查国发基金所直接投资公司、间接投资公司和创投公司的股权架构、董监事名单，并说明是否与国民党相关党营企业有关，并与党产委员会进行协商，进一步处理股权。提案人徐永明等委员。第六案，鉴于东部地区发展有其特殊性、阻碍性，而连接台东与屏东唯一交通要道的南回公路，由于近年海岸线退缩、强雨不断，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学者专家预估，在天灾人祸夹击下，根据近日报道指出，最快50年南回临海路段将消失。为了避免台东成为台湾陆上孤岛，建请国发会督促交通部规划新南回公路计划，并同时建立南回公路地区具特色风格之道路景观，
使新南回公路发展成为安全便捷的特色道路，并要求经济部水利署加强海岸防护，以利于台东与屏东公共运输发展，促进地方观光及产业特发展，提升医疗救助速度，确保防灾救护路网的完整性等。提案人廖国栋等委。第七案，台湾东岸位于大陆棚边缘，具有地理位置及优势，所以台东拥有优越深层海水资源。经济部为整体规划推动深层海水的规划及利用，特拟一定深层海水资源利用及产业发展实施计划，并于1998年7月动工新建经济部东部深层海水创新研究中心，至民国100年12月完工启用。然而101年5月发生取水异常后，便无法取水，时至今日仍无法解决，不仅影响产业投资意愿，更打击台东县的产业发展。为促进台东地区的深层海水发展产业，提高台东地区人民整体收入，原要求国发会一个月内主动协调经济部与农委会，彻底解决台东深层海水不管取水问题，促进东部的产业发展。提案人廖国栋等委员。第八案，有鉴于国家发展委员会岁初计划，支应花东地区永续发展经济编列12亿1220万元，办理补助花东地区观光及文化建设、原住民族群生活条件及环境之改善等计划之措施，由于编列科目并无执行项目与金额，实过于简略，完全无法显示执行方向与预期成效，请国发会于1个月与2周内提出完整计划与预算执行细目，向本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人孔文吉等委员。第九案，有关内政部殡葬设施示范计划第三期原住民委员会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这两个计划对于原乡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影响甚巨。然而目前殡葬设施计划第三期将于105年终止，原住民部落特色道路采一个计划配合款提高，为考量地方预算不足，故建请国发会于2周内主动邀请内政部及原民委员会根据编列预算及增加预算，以促进原乡地区的发展与建设，扶助原住民经济产业发展。提案人孔文吉等委员。第十案，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日前在工商早餐会中指出，创新与分配有矛盾，创新其实是分配问题的罪魁祸首，新政府以创新就业分配为三大主轴，但创新与分配有矛盾，要是没有成长，就业的问题会非常难解决，引发各界的讨论。原要求国发会以实际作为代理，相关部会做跨部会整合，针对零售、制造、金融、技术、能源和人工智慧 AR、VR、IoT 等新科技技术，结合创新创业法政规划，于3个月向经济委员会提出报告。提案人廖国栋等委员。第十一案，有鉴于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日前于工商团体早餐会后指出，新政府的政策既谈创新又谈分配，却未能解决两者的互相矛盾，因为创新毕竟只有少数人达成，而绝非大多数人普遍享有，这将使得分配不均更为严重。张董事长甚至直言，创新是分配的罪魁祸首，新政府只顾重创新而不顾重既有产业，为确保资源有效利用及合理分配，原提案要求国发会一个月内提出未来产业资源分配辅导检讨改善报告，并送交经济委员会。提案人王惠美等委员。第十二案，有鉴于蔡英文总统于竞选时间就曾提出成立类似主权基金国家的国家级投资公司，在新政府上台后，国发会提出成立国家级投资公司计划，该投资计划募集的创业投资金规模初期以100亿元为目标，预计在年底前上路。国发会占四成，其余60%为民间出资。然而包括前行政院长陈冲在内等认为，台湾已经有国发基金，且运作经验非常丰富，除非是不想接受任何监督，才要成立另一家公司，为确实厘清国家级投资公司之职权、业务及投资规划，避免资源浪费。原提案要求国发会一个月内提出国家级投资公司监管机制、投资效益指标等规划报告，并送交经济委员会。提案人王惠美等委员。第十三案，今年全台用电量比去年成长2%，反映各行业用电量需求向上调升，而且大部分都在大陆红色供应链崛起之后，台湾不能再过度仰赖出口作为经济成长率的主要命脉。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有说，新政府以创新、就业、分配为三大主轴，但创新和分配有矛盾，创新其实是分配问题的罪魁祸首，即使新产业成功，你补偿不了老产业因不注意的衰退，要有成长，要是没有成长，就业问题就会非常难解决。因此，唯有鼓励企业长期投资，才能维持加码这股经济成长动能。原要求国发会针对台湾有5缺：缺水、缺电、缺工、缺地、缺人才，与6失：政府失能、社会失序、国会失职、经济失调、世代失落、国家失去总体目标，于1周内提出因应策略及方案之书面报告。提案人张立善等委员。第十四案，世界银行所公布的2017年国家环境预报
预告评比，台湾在十大评比项目中的变化，其中跨境贸易取得信贷以及破产处理皆下滑，请国发会于两个月之内针对此三项排名下滑之评比项目提出检讨报告及改善方案，送交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等委员。第十五案，国发会发展研拟负责推动国家财政经济及收集国内外判断及两岸经济形势变化进行研析及政策研拟，全金融全球化环境下人民币持续贬值将产生庞大的外溢效应，影响其他国家，尤其预期因素的发酵更会催化资金流动的速度，拉大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在台湾也人民币贬值在实质面首当其冲的就是台湾出口产品中被中国取代的机会提高，对我国出口将产生更大压力。另外在金融面，人民币贬值可能引发资金外逃，导致资金撤离新兴市场，可能导致我国金融市场的波动，请国发会于一个月内针对人民币贬值对我国经济实质面及金融面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冲击提出专案报告，送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等委员。第十六案，国发会2009年起办理重大工程计划正式执行成效检讨，请各部会提送借其完工之重大工程计划报告书。然而比较公共工程计划评估机制较偏重于预算执行及进度控管，办理实地查证数量偏低，也缺乏计划再评估及退场机制，致无法适时加以修正或停办不具效益之计划。计划届期后又未就后续年度计划进行加以考核追踪，也未能及时发现闲置及低度利用之公共建设以及公共投资，请国发会就现有公共建设投资效率以及使用情形的考核评估机制确实检讨，并研拟一套有效监督、有效管理、有效查核的机制，有效控制的公共设施闲置及低度利用，于两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由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等委员。第十七案，2015年的来台的外人直接投资为47.6亿美元，美金。2013年则为53亿美金，2014年为57.5亿美金。外人直接投资的资金逐年减少，每况愈下。然而，2015年全球FDI 总额为1.7兆美金，比起2014年成长38%，创下2007年以来最高的新高。其中，中国 FDI 高达1356亿美元，新加坡也有652亿，印度有442亿，印尼有155亿，泰国有108亿，越南有118亿。台湾的 FDI 可谓是近朋莫座。FDI 的多寡减少原因与改善方案，以及如何改善我国投资环境之间的 FDI， 于一个月内提出专案报告，由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等委员。第十八案，新南向政策为新政府破除过去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失衡，协助各项产业进军东协市场是重大政策目标。因高雄地区具地理位置、交通优势，可称为新南向门户，因此中央政府应积极协助高雄市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招商，开拓东协市场。目前高雄市特色产业为金属扣件、航太船舶、观光农业及海洋等产业，皆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应积极发展并各项重大公共工程建设。请国发会就高雄市现有产业发展情况及未来潜力产业、创新产业等发展趋势，并盘点现有资源与东协国家之市场供需、法规发展及产业竞合等资料进行研析，协助高雄市政府规划政策方向，请于一个月内提出相关报告，并送交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邱志伟等委员。第十九案，针对国发会补助云林县政府办理之云林县沿海严重地层下陷构建生态廊道之土地利用规模及其可行性评估计划，报告中提到，本计划区域内的六轻工业区是潜在环境污染来源，虽无法证明当地居民健康与六轻存在的关系，但仍可对游客到访意愿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进行生态旅游规划时，需配合其他指提的工作成果，了解污染状况和旅客到访的意愿，短期可配合适宜性分析，发展出不同污染等级的土地可以产生的旅游形态类型和强度，长期则仰赖六县市于2015年4月14日串联宣示禁烧石油焦生煤等相关环境政策之落实，当污染受到控制时，也能成为深度学习的另类观光景点。以极端车诺比灾害为例，在数十年后来，当辐射污染降至较为安全的程度时，在专业导游领导之下，亦能开放另类的生态旅游、深度黑暗之旅与悲情之旅。因此，建请国发会应针对云林沿海地区土地利用之空间、产业布局政策研拟规划，并于一个月内送交报告至经济委员会提案人苏志芬等委员。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开始处理提案哈，请问
第一案，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请问第二案，各位委员以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案通过。请问第三案，各位委员、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案通过。请问第四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案通过。第五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来，请上来。报告各位委员，可不可以把最后倒数第三行那个组织专案小组那个删除？第二倒数第二行并说明那个改成并洽党产委员会了解是否与有国民党并洽党产委员会了解是否与国民党党产有关，好吧？然后最后那一句是处理，就是并与党产委员会会商进一步处理的方式，好吧？谢谢。会商进一步处理的之方式。好，请问各委员，这样对于这样国发会这样修正有没有意见？来，请徐委员。我们来做就好了，因为专案小组又要去抱怨核定，然后要请哪些委员，又要经过很多程序，我们自己来做就好。一个月内提报告。哎，我们一个月来做这个事情清查，来提报告，好不好？好不好？就不要组专案，因为专案又麻烦，不知道找谁来比较好，好吧？Okay. 所以一个月内提报告是在倒数第三行吗？还是在哪里提报告？在一个月内，我们来清查国内这些我们相关的投资公司嘛。对。然后再跟这个党产委员会，对党建名单什么整理好了，请跟党产会来报告。然后我们提出一个月时间够不够？未来然后再还是要再如果当然好的话，给我们多一点时间，两个月。一个月初步报告啦，两个月定，每个月定。结果大概没有办法把结果出来了，但是就是说可能那个名单，然后我们跟党产委员会最后决定一个最后处理的方法，大概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你们可以分阶段了，可是就说一个月内先提初步报告，就是你们投资的公司里面有多少跟这个有牵扯的了。一个月提初步报告，好不好？就提初步报告，对，大概只能这样，但是就没有办法去 identify 说哪一个真的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进度、啊、那个还需要一个调查时间了。对了，可是要进度啊。对对，好不好？就一个月提初步报告，党产会来研提一个未来怎么去清查的办法。我想那个办法我们可以来提这个报告，好不好？那是之后的、啊，你后续还是要，因为你先清查，你带哪些是有疑问的？就像刚刚委员提的这些嘛，哈、嗯，疑似啊，那我们再跟党产会来研究一下，最后这些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把那个处理的方法来跟委员报告。我还是希望能有个一个月内的报告出来了，这样会比较，你最后。可不可以？不过一个月，就现在时间这么紧迫，如果多给我们的时间，报告内容会比较完整一点嘛，好不好？哦，一个月提初步，初步报告，好，好不好？初步。那这个文字要写说，文字要认识，一个月提初步报告，一个初步处理的方式吧，好不好？一个月后，提出初步报告，我们就加一个提出初步报告，就是处理方式之后，并提出初步报告。好，这样可以吗？那个，好，那徐委员经过这样认识，徐提案人同意，我们就照修正之后的这个提案通过。请问第六案，各位委员以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请问第七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请问第八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请问第九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来，请说明。这个提案的倒数第三行是不是邀集内政部及原住民委员会检讨了，好不好？检讨、更续、编列或者增加预算，好不好？不要用语。然后检讨、更续、编列、或增加预算的方式，好吧？是方式，就增加预算是一定要增加，但增加的方式，对，是吧？修辞学是这样。原住民发展。好，请问提案委员有没有意见？这样可以吧？对，主动啊。有啊，你主动有在提案内。好，好，那我们就照修正意见通过。第九案叫修正意见通过，请问第十案各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请问第十一案各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有。
这个提案的文字倒数第三行，新政府只顾创新产业，那个只可不可以消掉啊？然后不顾可不可以讲也要顾啊？啊，就是新政府顾创新产业也要顾也要顾，这样比较中性，好不好？可以。也要顾，对啊，新政府顾创新产业也要顾既有产业。对啊，这修辞学啊，是兼顾啊，也要兼顾。可以。好、哦，也要兼顾，好像也要顾。好，那请问提案委员这样修正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请问第十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请问第十三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请问第十四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请问第十五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啊？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你请用出声话在。请问第十六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啊？有国发会。邱委员，这个提案可不可以在最后倒数第三行这里，就是有最后那几个字，可不可以我们加一个会同工程会，好不好？因为这些管是基本上是工程会在。并会同工程会给你一套，好不好？啊，并会同工程会给你一套，点点点，好。哦，这个叫权益问题，因为有人看不懂邱委员的板书。好，好，这个权益问题成立。好，那我们第十六案照修正意见通过哈。那请问第十七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修正意见没有意见，照案通过。第十八案，请问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照案通过。没有意见啊、哦？请问第十九案各位委员及国发会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好，我们临时提案处理完毕，接下来开始进行询答。因为已经接近十二点了，主席宣告会议中午不休息，会议继续。然后这个时候可以放饭，大家可以吃便当，不发便当啦，不是煎发便的。哇，没有人家监狱有在放饭的。好。发便当放下去，好，请邱志伟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有请陈主委。来，请陈主委。邱委员好。主委你好，我想一直对国发会的功能啊及他的业务执掌范围啊，我们都觉得应当有很多的这个检讨空间哈。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所有财经政策、国家发展的战略，应当是由国发会来发动的。所以你应该是管宏观，不管微观嘛，哈、哦。你应该管战略啊，不要拘泥战术嘛。所以我觉得，像中国可以提出“一带一路”，啊，这个西部大开发这种，哦，亚投行或者是博鳌论坛这种，牵涉到这个区域经济改革，或者是。这个全球经济的趋势扭转，我觉得国发会应该扮演这种功能，而不是包山包海，什么业务都要去做，人口国土你要去做，连档案管理你要去做，你要把业务把它核心化，你要针对国家未来十年短期、中期、长期的战略发展提出战略高度，把这个战略高度拉起来之后，各单位按照你战略规划去执行战术的执行嘛，去规划战术的执行。所以你现在把国发会窄化了，你看整个能见度，好、哦、变低了，整个这个格局我也觉得窄化了，好、哦，整个这个功能我也觉得好像也弱化了。你在工作的这个项目方面，觉得越来越模糊，不像过去那有印象就是这个十大建设，哦，什么六年国建啊，什么这个啊、这个亚太语音中心，这种才能带领国家。面对国际的这个竞争，面对国内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趋势，做一些调整。所以你应当是扮演这种照明灯，照亮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不是管一些细微末节。你看你的年度的预算呐、啊，只编列27亿，然后你要
你把它划分十大工作项目，27亿大概只能买一台 F-16 战机啊。一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预算只有27亿的规模，只能买一台 F-16 战机，那你却要扮演国家这个经济这个过化的一个总工程师，你要引领台湾经济成长发展，大家没有信心嘛？所以国发会那促进国家发展，整体的经济发展，整体的社会发展，整体国力的成长。可是这种预算规模，你这种工作项目，你这种这个格局，我个人觉得，你看看他们一带一路所产生的这个战略的效益，你应该更重视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所影响的这些因素、这些条件、大环境，你要就审视、去做研究、去做研拟出方案嘛。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这样以你这种预算规模啊，我觉得这不是国发会，并国法会的预政法律的法，所以这种我很失望嘛。我看到你的这个十大工作项目啊，十大工作项目，其中你要规划国家的发展计划综合，你只规划106到109四年，你最起码你要有让人家印象深刻，你要把台湾的经济带领何种方向，对国际的这些可能的这个影响因素，你要加以分析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比方说人民币贬值，比方说各国都要采行这个宽松货币，那我们坚守这个货币的稳定性，维持台币不贬值，这种情况之下，对我们经济会有哪些影响？你应该是做这种研究报告，然后提供给总统，因为你们是幕僚单位嘛。所以我今天提案是针对你们的功能性没有确实发挥嘛。人民币贬值，那到底贬值对台湾经济会造成什么影响？国发会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在做研究，然后欧盟、日本、美国也都在做这个宽松货币，台湾这个台币的对美金的这个汇率非常相当平稳，那这样对我国的出口会造成什么影响？整体经济哪些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呢、啊，我还是提醒这个诸位，虽然预算有限，但是你格局要拉大。那规划出一个能够带领台湾经济突破困境、奋勇向前的这种可行、可久啊的计划。那我看一下你的所有的这个施政计划里面，几项我觉得不应该去处理的吧？健全国土规划兼经营管理，国土管理可以交给内政部啊。那你叠堂就要干什么呢？然后促进社会发展，这是卫福部的工作啊。你到时候卫福部审完啊，这个定案准备出来之前，要经过你们叠床交再审一次吗？有很多交通建设也是一样如此，交通部主管机关到审完觉得 OK 之后，还要到这个国发会来复审，又连当整个公共设施、公共投资的这些进度嘛。所以十项施政计划里面，我发现你只能争，你应该集中在国家发展计划的综合业务，然后经济政策。协调财经这个措施我同意，促进产业发展，我看你的报告只提到这个亚洲矽谷啊，那其他五大的产业你也没有推动方案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好像这个你们的工作方向不对，然后工作这个国家资源的分配也有不对，你把一些不应该你们做的变成你们在做管考，你们才编1000多万管考，你又有给你们赋予这个最后的准驳权，你1000多万能够做什么精确或者有效率、有效果的这个管考，我觉得非常有限。所以我针对国发会现在的这个定位、功能以及你们执掌项目啊，我做了以上的观察。那这个诸位，您的是非常感谢那个邱委员的期许啊，确实我觉得我们。啊，很少的钱做很多的事啊！就正如刚刚委员讲的，其中有一些是行政院的法定业务了啊，因为我们是行政院的幕僚，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些幕僚性的工作，可能也还是没办法免除了啊。不过最重要的是，刚刚委员讲这个，我是完全赞同的。国发会是要站在国家发展的最宏观的角度，去提出国家未来发展的大方向。这一块我们也自我这样期许了啊，不管有多少的预算。跟能源，那我们一定会朝这个方向来做。也许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让委员觉得非常
非常满意的这个愿景。比方说中国大陆，中国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它整个效果，好像重振他们这个新思路的精神，让这个中亚国家重新纳入他们的经济版图里面，也适度的让这个亚洲的美国的亚洲在平衡政策啊触礁或者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包括他们亚投网，他全部都是战略思考，包括博鳌论坛作为南向政策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工具跟平台。我们南向政策，你们在开会的时候，我记得林权院长也给你们提许啊，不要只是开几场座谈会，你们就觉得南向政策可以达到目标，可以完成。去看看人家一带一路去怎么规划，怎么去执行，你会有很多很多很多感触啊。对，这个确实，我想委员讲的完全对啊。这个南向政策也是一个策略性的规划，我们也要有策略性的高度了啊。那这块，我想正在虽然现在各部会提的计划还是比较细了啊，不过我想最后在行政院里面形成的，我们会有一个高度的策略性的一个愿景。很多的各部会主管的政策，重大政策报到行政院，行政院觉得啊，可能要需要你们的意见。很多都是行政各部会已经主管过，已经审核过，已经觉得这个政策可以行。最后报约的时候，行政院通常叫国发会再看一次，你们再重新再审查一次。有必要的时候了。通常很多重大政策你们都要审核，一审核就是这个半年一年的，所以造成很多重大政策的这个延宕。所以你现在这要重振这个政府的财政支出啊，所以你要扩大公共建设，你用财政政策去加强对这个现在货币政策可能失效，或是政策货币政策的这个功能可能有限，你财政政策才是未来政府应该去积极思考的。所以你扩大公共建设投资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很多公共建设各部会报上来到行政院，到这个国发会就有引起很多的这个质疑，而要重新再开会，又要重新再退回去各部会再重新研拟，这一来一往啊，就一年半年去了。对，不过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如果那个计划送到行政院，这个长官们觉得那个计划已经很成熟，他就不会让国会再审查了，就一定就核定了。所以这个一定是按照程序，这个我都了解。按照程序，行政院不会把各部会报上马上这样就批了嘛，他一定会请国会去研究一下国会。为了求审慎运用国家资源，通常又会提出很多的意见，再退回去这个相关单位去检讨，一来一往两三次嘛，这你都知道实务上是这样，怎么可能说到行政院院长、秘书长就直接把这个重大政策去决了吗？不可能嘛，一定会叫你表示意见，那、你们表示意见就形成另外一种的审核，那不是政府接上家务吗？所以我刚刚的提案改善政府投资效能，为什么我们 FDI 那么的低？那、为什么我们这个什么这个啊国际的这个经营环境评比，我们这个评比都有进步？那、为什么进步应该会带动这个 FDI 的这个投资啊？那、为什么 FDI 不进来？这你要去探讨这些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案、值得检讨的部分。对，最后一个比较细节的问题了哈，我通常不太想问细节，但是还是要问，你们说这个扩大还这个什么国发基金要？这个投入这个海外信保基金啊，这部分你们有定案的吗？没有没有，那个不会由国发基金来投资了。现在是那为什么这个行动院启动新南向政策，是也要有金融政策五路助攻啊？其中国发基金要挹注20亿，乘坐能量扩增到400亿，这个没有吗？没有没有，现在是这个按照我的了解，就是说。海外信保基金希望能够扩大规模，那扩大规模的方式就循海外信保基金它设定的方式，当就是由政府编列预算跟那个金融机构捐款两个管道来取得它需要的资金。主委，这个是上礼拜一啊，那个是提案。我本来要开记者会说要要求国号基金要挹注，然后这个信保基金要扩大规模。你要新南向人到这个技术到，你资金没有到位不行啊。所以资金到位，国发基金很重要。结果你们的这个新南向政策，行政院所提出就是要国发基金要出20亿，那、你现在又说没有？没有没有，那可能是比较早期的提案了，因为他那个早期，这上个礼拜，主委，这上礼拜各大报都有写出这个新南向计划，是我跟委这个台上的资金后盾，你现在又否定了？不。那个信保基金的设置条例里面就已经写好它的资金来源是应该由政府的预算或者是
民间金融机构的捐款这两个方式来形成，所以现在还是循那个基金设置的那个原来的条例来做啊。那你们可以改嘛？相关办法可以改嘛？这是邓正中对外正式公布的呢。邓正中政委正式公布的呢？应该没有了，应该没有。我的了解是没有了。他有规划，有国外金，这个金额都出来了。确实是，而且承保倍数是20倍，希望能够增加它的规模，这是确定了。但资金的来源还是循信保金。所以你内部的横向协调都出现问题，你现在打脸邓正中说没有这回事。我没有打脸他，那个是，就是说院里头最后的方案，我的了解。据我的了解是这样，所以南向政策是一盘散沙，一盘乱的。对，现在没有战略观，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各单位自行其事，需要有一个战略观了。这个我但是这件事情，你来设定，你来做统筹嘛，因为你的执掌就是要统筹各部会的经贸战略嘛。是好，我们来努力了。不过因为不是只有市，现在分工，因为市会好，我也会说。了解。那不要让人家觉得不是或者不好。不要变成国发会、国家发展法理委员会。是，我们来努力，谢谢。谢谢邱委员，谢谢主委。接下来请萧美琴委员。啊，等一下，萧美琴委员还没发言前呢，我们刚刚那个临时提案哦，第十一案，那个刚刚国发会有意见的部分，只是做个小修辞啊、哦。新政府雇创新产业，啊、哦，改成加上。也应兼顾，不是说也要顾哈，这小修辞也应兼顾，好不好？如果各位没有意见的话，我们修一下词，让它这样通过。好，谢谢。接下来请萧美琴委员。好，谢谢主席，请主委。请陈主委。啊，萧委员好。主委好。现在行政院花东地区发展推动小组的召集人就是主委本人嘛。是是。那这个小组的成员现在也都已经建制起来哦，在整个政府有一些人事调整之后，也整个建制起来哦。但是相关的这个设置要点其实是有明白的规定，也就是这个小组每3到6个月应该要开会一次。那主委您是召集人，但是上一次开会是5月10号。到现在已经快要满6个月，也就是已经快要超过这个开会所规定的3到6个月的期限。那主委，你打算什么时候开会呢？现在因为刚有一些就是委员的调整嘛，哈，现在已经确定了，我们应该是11月8号就会来开会。11月8号开会，等于是下周下周会、会来召开新政府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的会议、哦。对的。好、那我希望这个能够积极的来进行哦，因为就政府我当时曾经统计过资料哦，我们这个行政院的花东地区发展推动小组当中开会的频率哦，也就是因为许多委员都是各部会的次长哦来代表成为小组的成员。但是经常这些小组的成员，尤其是各部会的代表哦，开会出席率是非常低，甚至好几位是零。那既然是代表部会来关心花东地区的发展哦，如果不重视，他当然不来开会。但是就我过去多年来说统计的资料，真的显示各部会完全不重视我们这个花东地区发展小组的推动。那这个当然是过去的事，现在主委上任以来要第一次的召集这个会议，我希望能够确实做到要求各部会的委员一定要来参与，以表达对于花东地区整体发展的重视。好的，那个委员，我们会来做了哈、啊。这一块，我想我们也希望我有机会，我会跟行政院的其他的同仁来表达委员对这一块的关切，希望大家能够积极来出席。好，我想这是一个宏观的政策面，如何提升花东地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哦。那虽然开会频率不是很多，但是是否有开会都就显示这些部会对于花东地区的重视程度，所以新旧政府的差异我希望就能够展现在这里哦。那么就具体的内容来讲哦，就上一次的会议我们因为现在中国将观光政策以及中国来台观光当作要挟我们做政治让步的一个前提要件，以至于影响到中国人士来台湾观光的整体的人数。那对于花东地区，因为其他替代产业比较有限，
所以受到的冲击是特别的高。那如何来提升？当然有很多的方案，当然交通部主责的观光局哦，也正在提出各种的方案。但是涉及到花东基金的部分哦，我看到其中有一案在上一次的开会并没有通过，就是有关啊这个辅导或者是补助这个国外哦直接到花莲机场的这个包机哦。那当然啊，民航局也有相关的方案，在离岛哦偏远地区其实是已经行之多年的相关。不经济航线有提出补助，那现在东部地区因为交通的不便，就我的了解，很多来自日韩的旅客因为买不到团体的火车票而放弃来到东部旅游的机会。但是今天我们如果可以直接跟这个东北亚或者是东南亚其他国家，甚至是中国大陆地区这个的各大城市之间能够有直接的包机来避免掉国内的交通不方便的状况其实是对于地方的观光产业多少是会有帮助的。那当初这样的一个提案并没有获得通过，我希望能够重新来考量由于现在的整个观光产业冲击非常的严重所以让国外游客能够直接的来到东部地区，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在交通领域要改善的方向那这个部分主委是不是能够考量重新再议呢？是那个委员的提案，是不是我们把他这次在委员会我们再提案看看，好不好？好，来看看能不能说服大家委员来支持。好，好吧，那我们把这案再看一次。好，谢谢。那至于在交通产业，当然现在产业本身的转型也很重要，也就是提升我们整个从业人员的国际沟通的能力还有整个地方资讯语言的多国国际化那我注意到在花东基金的提案里面，台东县政府有提出一个这个人才的培训，尤其是国际友善环境不只是人才的培训，包括路标以及地方观光资讯国际化的一个提案。那这样的一个方向非常的好，虽然花莲县没有这样的提案，但是我们中央其实也可以来协助观光局自行来推动。那我认为我们国家多年来也跟许多其他的国家签了所谓的打工度假协定那这个涉及到我们青年人才的交流跟往来。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其实往国外去打工要存钱，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双边的打工度假方案并没有吸引到其他国家的青年以同等的比例来到台湾投入我们相关需要的产业。而我个人认为观光产业是先前最需要国际化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地方的民宿、我们的旅馆饭店业者有需要就国际人力的用打工度假的模式来做一些补充，甚至是地方政府，例如说甚至乡镇市公所他要就地方的观光交通资讯的这个国际化或者是不同语言的建制需要更多的国际人力的以及语言人才的投入，是否也能够适用这样的打工度假的计划或者是国际人才的交流？那是否能够纳入我们现在产业六级化方案当中的这个三级方案里面那直接由国发会来提供这个资源上面的协助呢？是委员，这个提案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这个打工度假，这个确实目前都是单向的，台湾很多年轻人到国外去打工度假但是国外来的真的非常少，所以假使花东地区像台东这边有这个特别的吸引力我们来推动这个计划，我觉得应该有意义的。我们来跟那个地方政府还部会，现在好像是有台东县是有意愿来做这样的提案。台东现在有意愿，那即便花莲的地方政府没有意愿但我觉得在从中央的角度，因为这涉及到整体观光产业的转型，那地方许多的业者也很感兴趣，所以还是希望我们能够用中央的资源来做一个整合来协助地方来推动。 是我们来协助稍微那个协调一下，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来提案，当然也要请各部会来讨论，然后能够支持，好不好？好，那如果说我们协调观光局来做一个提案来执行这样的一个专案是否也能够获得我们花东基金还有推动小组成员的支持，也希望能够列入下一次的讨论。 是我们就循序来提案，然后来做审查，我们尽量来帮忙，好不好？好，谢谢。
谢谢夏委员，谢谢主委。接下来请郭正亮委员。请一下陈主委，请陈主委。郭委员好。陈主委，你在5月26号，就是蔡总统就职之后第六天呢、啊，你就说要成立国家级的贸易投资公司。是的。那后来在6月8号行政院备询的时候，你也补充了林权院长的话，你说成立是为了要促进新南向，那主要是要带动整场输出啊，就投资带动贸易。其实这个方向我都非常支持了哈。那你说年底之前就要把它组起来，然后资本额是100亿，然后官方要出资50%以下，那你认为年底做得到吗？现在看起来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院还没有核定这个计划，不过我们还有在努力中啦。你说院还没有核定啊？就是我们的计划还没有报院，哎，就是中间还有一些这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克服。那如果连这样的一种国家级的贸易投资公司都没有啊，那我们政府对于南向有什么工具可言呢？对，就是说这个设置的方向是确定了嘛，这一定会来做，现在只是说刚刚我也跟几位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希望这家公司能够具有民间公司的活力啊。可是这个我都知道啊。可一方面又需要政府来投资。主委我知道啊，主委这个我都。这个在技术上有一些克服的困难。我是很支持你们的、啊。是，谢谢，我知道。我现在算一笔账给你听啊、你就知道我们的新南向小儿科到什么地步啊。中国在2013年提出新南这个“一带一路”之后。我们知道他在2014年就成立丝路基金，那个金额是400亿美金啊。那后来又成立亚投行，亚投行资本额是1000亿美金，中国出了将近300亿美金。所以如果你这个公司成立，资本额也只有100亿，政府也只出了50亿耶。我算了一下，你如果折算中国在丝路基金还有亚投行出的钱，我们是他的1/4啊。我们政府出50亿，只是人家政府出的1/4，哎，这样怎么推新南向啊？对啊，刚委员报告，确实我们的资金哦，当然我们也不可能跟中国大陆来比这个钱了、啊、哈。但是我们是陈主委，对不起啊，我这里要纠正你，是我们台湾的 GDP 是中国的5%，我还没有算中国用外交跟各国签的缔约，光是杜特地去中国就签了135亿。现在马来西亚又去中国，前一阵子翁山书记代表缅甸也去中国，我想签的约都是100亿美金以上，人家是这样在经营整个一带一路，哎，现在主要是东南亚，我们台湾这个公司还没成立了哈，我是很支持你们的，是，我认为100亿根本就不够，我坦白讲啊，刚刚邱志伟委员刚质询了有关海外信保的部分啊，事实上海外信保20亿也远远不够。我跟你讲一个具体的状况啊，我们台商在东南亚主要进行比较大型的标案，东南亚它信用状就要出到标案金额的40%，所以如果是100亿的一个标案，你就要给人家40亿。我们中国输出入银行的资本额才多少钱啊？目前才120亿耶，请问你怎么标这种案呢？那不是可笑吗？然后今年的政府的总预算里面有关东南亚南向的总预算只有42亿，所以啊，陈主委，我是很支持你啊，还有我们龚明鑫副主委啦，我是很支持你们的、啊。我说这种新南向这么重大的议题啊，就应该交给你们这种有战略思考的人来执行啊，来规划。那为什么你们没有办法影响国家总预算的编排呢？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刚刚委员讲的这个包括信保基金啊，包括这个输赢，现在都有增资的计划啊，还有我们这个国家级投资公司嘛啊，现在那个金额也都是初步哈，像我们信保基金，海外信保基金目前只有15亿的这个资本额嘛，那先听说输出入要增资到300亿，是不是？输出要增加到300亿，我都听说了啦。对，我也很专心在研究这个议题啊，一步一步啦，一步一步，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资金的支持。主委啊，需要能够多面性的哈。主委，事实上，我从各部会编列42亿搞新南向啊，我就真的严重怀疑你跟龚副主委到底对新南向的影响有多少了。跟委员报告，我不相信你们两个会是这样的想法了。
因为是第一年的预算啊，就是第一年的预算。第一年就明年一整年我们就耗掉了。我知道第一年的预算，那个规划的时程确实跟那个计划的编列中间啊，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让部会完整的反映那个预算的需求。不过我们在第一年一定会向外交部很多外交的工作，他要把重点。我也看到你事后的发言了，你在帮他擦屁股了，我知道了。你说2018年一定会大幅增加了，那具体计划什么时候要出来嘛？那个你至少要有那种具体行动，预算大概会增列几倍，给人家一点感觉嘛。然后你这个国家级的贸易的这个投资公司，年底如果不能成立，你什么时候要成立呢？你要给人家一个时间表吧。这一定会尽量快，这个都在努力当中，好吧？只要定案。你是不是碰到阻力啊？没有阻力，你是不是需要我们帮你排除啊？没有问题，就是技术性的问题，纯粹是。你跟副主委私下来找我了，我私下帮你们排除了。谢谢，我觉得你们一定碰到阻力了，谢谢，不然没有理由这个样子。没有啦，没有阻力，那个完全是技术的问题。我们是技术问题吗？是技术问题，需要来成立国家级公司没有那么困难呐、啊。就是我刚委员报告，就是刚刚讲如何那个平衡嘛，啊，就是它的弹性跟。我觉得你的观念是对的，整场输出如果没有政府带动，在东南亚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我想我完全支持你的看法。啊、我们需要来努力，谢谢委员支持。真的有障碍，不要怕告诉我们啊，谢谢啊，谢谢。好，谢谢郭委员，谢谢主委。接下来请徐真卫委员。主席好，麻烦我们国发会主委，请陈主委。徐委员好。主委好，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 Nokia 和摩托罗拉原来都是手机的世界大厂。Nokia 在正式退出这个历史的舞台的时候，在记者会上面，这个 Nokia 的 CEO 说，我们同意给微软公司收购，但是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不晓得我们做错了什么。Nokia 是一家非常非常重视员工福利，而且非常让人尊敬的这个公司。但是到底 Nokia 做错了什么？它到底停在哪里了？时代的巨轮不断不断的无情在滚动。如果一个国家它的政策原地踏步，不随时与世界归这个接轨，而且走在趋势的前端，那么它永远会被淘汰，而且排除在外。台湾曾经是这个我们亚洲的四小龙，现在是亚洲之末。我们很难想象现在国发会要为台湾的经济产业以及台湾的投资环境以及台湾未来的短期、中期、长期要做如何的规划。在这里本席想请问，我们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邻近的国家韩国，从金永山到李明博，到卢武铉，到李明博，全部都是由国家来主导所有的政策，而且目标明确。从金永山，因为经济的不景气，造成很多的失业人口常住在家，变成宅男，所以推动了电子产业，推动了游戏机，推动了这个我们的电玩世界。另外在文化的产业，它也积极的涉猎，所以让很多的学校开始从学校、从公司、民间企业不断的结合，之后造就了现在韩国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影视、文化、文创、电子、云端 APP 通通蓬勃发展，与世界接轨，而且引领国际。台湾现在要做什么？我们不晓得台湾的五大创新到底创新在哪里？新南向少少的几十数十亿的规划，到底能跟我们国际如何竞争？能跟国际如何接轨？我们在说，在往台湾来说，九月份三次的绿灯，感觉啊，我们国发会很开心。
我们的经济趋于稳定的成长，不再下滑，但是人民有感觉吗？有吗？诸位，人民有感觉吗？人民没有感觉。您看看现在的陈抗运动这么的严重，有感觉吗？所有的政府都在放地雷，让所有的观光产业、劳工、老师、军工教全部上街头了，这叫经济回温吗？再说到花莲，政府重视花东基金，重视花东偏乡，所以有一个花东发展委员会。但是从上次开会，刚才萧委员也指，其实在我们的花东小组开会，很多的地方政府，台东花莲送了非常多的专案，我们一直不断的在等待赶快来审议，让计划得以推动。有一些是已经在执行中，有一些送计划规划表规划中，但是迟迟不开会。另外各部会如果也给予支持，我们的国发会是不是也全面让这些计划能落实？就像我们很多的风雨计划，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马滩，很多的我们的智慧科技图书馆，这些都是地方政府希望为民心力、为民造福 的政策。没有地方政府愿意让地方的发展能停滞，没有地方政府不为地方的老百姓着想。所以在这里我们请教主委，对于花东基金，是不是我们赶快开会？刚才听说11月8号要开会，是不是赶快我们让它核定？这样子也是促进我们的扩大内需嘛？是不是让建设赶快来做，促进扩大内需，让市农工商赶快这个联动，赶快热度赶快上来，人民才有感啊？是不是？是是。所以以花莲来说，农业观光是我们的主轴，在所有方方面面，花莲、台东，拜托，请我们国发基金赶快，花东基金赶快来支持。是委员跟委员报告没有问题。这次因为就是说整个委员的调整花了一点时间，不过我们会立刻来开会，而且将来如果有必要啊，我们也可以多加开会，也没有问题，好不好？都要希望能够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些好的提案哈。我们也会来协助，希望有一些案子可以有帮助。是，另外啊，针对有一些产业啊，本席想请教一下我们国发会的主委，对于地方上我们的这个产业，除了观光以及我们农业以外，其实矿石还有水，这个我们的砂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当产业环保以及人民民生经济有互相竞合的时候，我们的国发会要营造国内安定投资的基础环境，对这个部分国发会您的看法是？主委您的看法是？对，这当然不，虽然不是我们主管的业务了啊，但是对国内的这些矿产矿藏的开发，我们也觉得就是说它应该有一个长期提供国内产业一个稳定供给的来源，这一块一定要非常的珍惜，也可以继续来使用啊。可是当然也要兼顾整个环保啊，所以有一个永续开采的这个计划，我们觉得是好的啊，因为不能够完全依赖进口了。是，这个我们是赞同，站这样的立场。谢谢，所以主委，谢谢您的支持，因为不能完全仰赖进口，尤其是我们的砂石和我们的水泥是国防工业，这也是一直以来牵动花东两县数千个上万个家庭整个产业链。所以在这里谢谢。好，还有就是有一个我们有关于我们的台化的部分，真的不要再让台化公司官场的这个例子再重现，因为这个影响到所有的地方政府以及我们中央法令的制肘。在这里谢谢我们主委支持花东好这个建设基金能赶快来核定，给各地方政府来这个扩大来进行所有的建设改革，还有扩大内需。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徐委员，谢谢主委。接下来请高金淑美委员。
谢谢主席，也请主委。请主委。高委员好。主委你好，我是第一次在这里跟您做沟通跟交流哈。中央各部会的中长程计划都是我们国发会在审查的，对不对？基本上规划案对大部分。好，请问主委，你对原乡的状况了解了多少？这很惭愧，我不是了解非常多啊。好，不过就说就国家，哎，是，请说。我举几个例子哈，让您知道，让您了解，原乡部落要用的几乎都是，尤其是道路，都是所谓的计划型的。那我们以大武乡卫生所暨南回县紧急医疗计划，我来跟你讨论。你们国发会核定的计划书里面明确的提到，因为过去绿岛乡卫生所新建工程每平造价不符实际成本跟市场的行情，所以它流标率16次，没有厂商要标。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不符实际成本跟市场的行情呢？是为什么会流标了16次呢？好，没关系，我今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您讨论。那个还有在原乡以及偏乡地区，我们的土地都是山坡地，他要推动任何的政策都是要个案办理地目变更。主委您可不可以告诉我，地目变更需要多久的时间？这一块我也没有太多的知识。地目变更完成了还要做什么？你可能也不知道。地目变更完毕了要做水土保持计划，水土保持计划做完了以后还要做水保工程，水保工程完毕了之后还要再规划，然后设计建筑本体，结束了之后才可以申请建筑执照，然后才会发包工程，最后要申请使用执照。我讲的这些就是基本的程序，还有太多不可预测的因素，比如台风啦、风拆啊、路段啦。所以本席要主委知道的就是南回紧急医疗计划它不是个案。您刚刚听到了这么多的复杂的，比如说原乡地区在内政部里面，因为我们的公墓不土地已经没有办法那么多的土地了，所以我们要用什么那个纳骨墙。纳骨墙刚刚一样，地目变更完毕了还要做水保计划，这一来就是大概3-5年了。然后你们的计划可能就结束了。当公所把这些全部的全期的计划弄完了之后呢，这个计划就要结束了。主委，好多原住民的道路也好，我们的公墓也好，就在所谓的计划型里面。还有例如体育署打造的运动岛，我们送了国发会审查，一拖就是1年。还有原民会的道路的计划一样，很奇怪哦，一样的路哦，可是到了国发会要审查了之后呢，国发会就要我们要求这个计划的名称更改。这个计划名称从什么呢？部落联络道路一直到部落联外道路，然后叫做部落特色道路，其实就是一条路啊。很奇怪啊，诸位。跟我先报告，你们的行政效率非常的差啊，因为你们的行政效率差而导致原住民的所谓的计划型的中长程的计划就这样一拖，都拖了1年、2年、3年，然后这个3年、4年结束了之后，计划结束了，然后你们就说因为它执行不力，所以不可以再有下面那个计划。主委，我希望您刚上任，你看我刚刚就提到了这么多的意见，这么多原乡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回答，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因为在4分钟里面你没有办法回答那么多，是那这样子好不好？谁能够来负责原乡地区的这个计划的审查？是哪一个单位在我们国发会里头？基本上是国土处了。我要不要请我们那个副组长稍微说明一下好不好？如果还有点时间。副组长好，你比这个主委了解，我刚刚讲的问题您都知道吧？是那个委员提的原住民的土地取得有问题，这些我们都殡葬道路，还有所谓的什么南回紧急医疗计划，你知道这些东西对原乡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是委员，我们都了解，所以其实那个也许之前有一些那个互相协调的因素，我们有大概往后延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综合发展计划是一直延续的，有第一期、第二期一直下去，所以。那些东西我们会尽量去在后面的程序。这样好不好？主委，你可不可以哈？
因为我在立法院我已经五届了，是我对原乡地区的问题、公所的问题、县府的问题，还有中央各部会的问题，其实我都非常的理解。原住民部落就是55个乡镇嘛，700多个部落嘛，其实他碰到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发现国发会你们的效率最差，因为你们一发现问题以后，一个公文往返就要一年啊，你知道这一年当中对原住民部落、原乡部落是拖了多久啊？所以我们能不能不要那么没有效率，好不好？我还记得张任政那个行政院长 要下台之前呢，就请了你们国发会，就指示了国发会，以后碰到问题能不能就是把各部会找来一并解决，而不是各部会公文往返。主委，你 可不可以同意我这件事情？这个我同意，事实上我也请我们同仁要这样做。谢谢。有问题要开会，不要光写公文。对、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国发会要求各部落提的补助计划里面，各级政府需要有自偿率。一旦有了自偿率的问题，其实就是惩罚原乡，因为原住民的乡镇人口少。它不能够影响一个县市首长的产生，以至于各县市首长他不会把原乡提出的问题在他的县市政府往上报，这是第一个，原乡就被打回票了。第二个，乡公所要提出来，他要有自偿率，你知道吗？我们原乡现在扣除所有的水电啊、人事费，他真正能够做提计划的或去执行的不到1000万。还有甚至于把这些人事开销通通没有了，他根本没有钱可以所谓提出这所谓的计划。你要让他怎么样提自偿率，怎么样提计划，他提的计划越多，乡公所的负债越多。所以我说你提的这个自偿率对没有所谓的财政的这个乡公所或者县政府是一个惩罚性的。主委，你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检讨？这个我有听我们同仁讲啊，所以我们也正在检讨，希望能够放宽一点弹性的啊。嗯。不过那个配额款的设计，我想原意就是希望地方政府在提案的时候，他也要负责任嘛，哈。了解。如果全部钱都别人出了，他不用负任何责任。我理解，但是要弹性，我了解。但是我刚刚提到原乡地区人口最少。它不能够影响县市首长的产生。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县市首长的话，我当然要把所有的经验放到我人多的地方嘛。所以原乡不能够影响我们的所谓的县市首长，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他地方性的这个计划型的补助。主委，你同意我的看法吧？了解，这个问题我了解。好，所以我们会来。今天只有4分钟，我在这里根本没有办法让你一一的知道原乡的问题。主委，您是不是派一个？是，我请我们同仁来跟委员请教。中规处的还是谁？国土处。我们国土处是在负责原乡地区，是不是？是是 是。好，我希望他能够来到本办公室，我一一的可以再花很长的时间告诉你原乡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好，然后也希望主委能够解决，好不好？是是，谢谢谢谢我们来做。谢谢高金委员，谢谢主委。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接下来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接下来请蔡宇委请陈主委，请陈主委。蔡委员好。主委午安。午安午安。主委，那我今天想要跟主委聊一下哈，这个台湾这个老化的一个问题，以及少子化的一个问题。那主委，你认为现在台湾的老化指数严不严重？老化指数蛮严重，但更严重的是少子化。我觉得如果两个要比较的话，不过都很严重啊，都很严重嘛，很严重。那我要跟主委讨论一下最严重的地区，主委知道在哪里吗？以县市来说，我在猜还是对，可能就是中南部这些附近，一般都是这样，就是农村的农村的地方老化会比较快。我跟主委说了哈。我们老化指数前三名哈，第三名是澎湖的129.22，
第二名是云林的 131.10， 那冠军呢在我们嘉义县，而且差超级多 161.19， 这可不可怕？我们嘉义县的这个数字呈现出来，那我要跟在诸位再分享一些更细部的一些数字。如果以我们嘉义县来说，我们的出生率啦，出生率是 5.63， 在全国平均以下，我们的死亡率是 10.61， 所以我们每年的自然增加率，自然增加率是-4.69， -4.69， 每年都以 5% 的速度急速在减少人口。好，我们表示我们嘉义县人 不但是老化，而且是人不断的减少。那以海县，好，以海县来说，我举几个乡镇，六角乡，它的自然增加率是-9.69。义竹乡它的自然增加率是-7.96。鹿草乡它的自然增加率是-10.35。哎，诸位，每年以 10% 的速度在减少它的一个人口。哦，这个呈现出来就是非常的一个可怕的一个数字啊。是我们这个地方土壤不肥沃，不适合人居吗？不然怎么会会这个样子啊？嘉义应该是很早最早期这个我们的先人筚路蓝缕这样最早开发的地方，怎么现在会变这样？诸位，依你的判断呢？农业那个嘉义就的了解，你如果看这个旧的文献，是台湾最繁荣繁盛的地方啊。是啊，这也是因为在农业的时代，这个是台湾的米仓。所以嘉义市也是人文荟萃，台湾人才出最多的地方。是，所以我想刚刚委员讲的这些问题，当然就是在工业化的时代以后，这整个人口的流动。那现在我觉得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国外的先例，像日本的先例，除了人口的流动之外，那工业的发展啊，那还有一部分是不是代表农业被忘记了？农业被忘记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是年轻人会回过头来看他最原始的这个农业的社会，也有很多年轻人有意愿，愿意回到他的故乡来从事农业啊。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一块，我们也会鼓励年轻人来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让年轻人返乡。对，市长说你觉得年轻人会有这样意愿，那我再跟你说，年轻人返乡，这个叫做社会增加率嘛。那我再讲我们的海县社会增加率，我刚讲的是自然增加率，社会增加率的部分。我们海县的埔子市社会增加率是-5.92， 布袋镇社会增加率是-2.98。好，那我们的刚讲的义竹乡是-6.14，刚讲的六角乡是-3.79，鹿草乡是-5.87。所以年轻人也不回来啊。是我们需要一些政策了。年轻人真的也不回来呢。需要人老的老，出生率少，年轻人不回来。我们这个时候才到这个上面机会，我们这样是不是一个台湾两个世界？那我觉得委员不用这么悲观了。我现在也看到很多新创的年轻人了，他们在做很多东西。对，但是数据上是没有跑出来、啊。对，他不一定回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也看到很多，但他在做一些工作，是有助于我们在农村地区能够继续来维持好的粮食的。那是社造工业生产。对。对，你讲的是社造，但是社造并没有改善它整体的经济环境。所以市长，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解决问题，我们还是要直接解决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看到徐委员在讲他们花东原乡的问题。事实上台湾的偏乡，尤其是沿海地方的偏乡，比原乡还要严重。这个问题来自于说，我们对于东部有一个东部建设条例，我们对于离岛有离岛建设条例，但是对我们台湾最早期开发的一个沿海地方的一个地方，我们完全把它忽略了。我们的布袋东石的沿海早期是晒盐的，现在盐也不晒了，那土地你们把它叫做地层下限区，限制它不可以租不可以买，纵使它是合法使用，没有影响到地层下限的一个安全的，你们也是把它绑死，土地不能利用。那现在因为土地不能利用后时间久了荒废了，现在除了地层下限区外，又增加了一个湿地保育法荒废的一个荒废那些遐个鱼窟啦，恁即马台叫做湿地，嘛都袂使用啊，因为要打白死一世人。诸位，阮遐个所在到底有啥物机会？
对啊，委员，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些比较对啊，是正面的思考的方式、啊。对啊，土地的松绑，来，土地的松绑，刺激，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嗯、第二个，云嘉农业特区在101年的时候被国民党挡下来，我们现在能不能认真来思考，如何照顾我们台湾的粮仓？云林嘉义是台湾的农业重镇，我们能不能好好的思考？要怎么照顾这些早期因为发展工业而被遗忘、被牺牲掉的农业？诸位可以吗？可以，我非常赞同啊！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正视这个问题。好，这个整个土地的利用才会更有效率。所以我希望至少我们今年我们国发会就云嘉农业特区这件事情，因为总统都有对外宣示了嘛、嗯哦，我们今年一定要把整体的办法定出来。是。我们云林，我们嘉义人知道说，这个政府没在遗忘、哦、我们云林嘉义人就是最支持本土政党的。是是，我想有一部分可能会纳入那个新农业的计划、嗯、我们会来追踪。好，不管是不管计划再怎样，需要我真的不希望说我们新政府上来、嗯、我们云林嘉义一样是偏乡，而且永远无法改变我们的命运，是好不好？不会了，不会，我想这块我们 有看到，会非常重视。 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蔡委员，谢谢陈主委。现在我们请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现在请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啊，对不起。现在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现在请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现在请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现在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接下来请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接下来请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接下来请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委员，庄瑞雄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黄国书委员，黄国书委员，黄国书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陈廷飞委员不在。接下来请陈赖素美委员，陈赖素美委员，陈赖素美委员不在。接下来请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接下来请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那么接下来请赖瑞龙委员。好，主席各位员好，那请那个陈主委，请陈主委。好，诸位午安哈。哎，代表我，诸位辛苦了哈。哎，没问题，谢谢，谢谢。我想请教一下了哈，那个亚洲矽谷的部分哈，对高雄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在亚洲矽谷这样的概念下，我们就说有关于高雄的相关的半导体物联网产业的发展，我们本来就 cover 在里面。我特别请，也许广播主委可以跟说明，就有关于高雄特别关注的这个 AR VR 的发展哈。将来我们也希望在那块有一个创新研发的一个基地的设计，是不是？我也许好，龚副主委可以跟。亚洲矽谷本来就是有关于 AR VR 这个部分新创圈的部分哈，希望在北中南都有一块部分。那现在高雄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它有那个体感嘛，那我们希望把这个体感的这个部分把它扩大成好。那不知道主委副主委知不知道体感最强的现在高雄在哪里？就在小港附近那边。在哪个园区里面？软体园区在高雄软体园区里面了，智威科技最强了哈。对，但是在你们的报告里面，其实在规划了，因为现在有112亿的一个经费，但是散去在各个部会里面了哈。那我看了一下，整个经济部主要占了76%的一个比例了哈，科技部次之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在细下面去抓整个经费的时候，再往下一页来看了哈，这个有点小了哈。里面在经济部下的全部都是在包括不管是在技术处还是在工业局还是在中小企业处等等都有哈，但是高雄软体园区这个很特殊的设置了哈，高雄软体园区是 高雄很重要的一个软体未来发展的，但是它的管理单位是在高雄的加工出口区处哈下面高雄出口处，而这里面的编列没有一笔经费是在高雄加工出口处里面。我的意思只是要凸显出来说，过去以来其实这样的一个编制，你把高雄软体这块放到了经济部的加工出口处下面，它是跟南子园区跟整个前镇加工出口区的概念一起来管理的时候，而在这样的新政府上来的时候，这新的概念如果没有更多的去支持跟重视的时候，基本上高软这件事情上面是不会得到大的重视的。我不知道主委对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具体的想法，怎么来解决？是，那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体感
那个园区那个部分，现在是工业局他已经提出来，那我们就是把它合并起来，会放到亚洲矽谷计划里面去。那我想整体性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对，这确实以前因为部里头编列预算的方式，不过我们在那个亚洲矽谷会有不同的做法啊，所以它计划本身就有一个推动办公室嘛，哈，这是我们龚副主委在主持的，所以他会特别去关照，就是有发展这个潜力。主委跟副主委有没有去高雄软体去看过？有，我们去，我们去参访过，参访过。那这个我们也亲自体验了，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我一说，哎，我们常常讲啊，南北的整个均衡哈，特别是在就业环境上面了哈，那种年轻人这些机会。高雄不可能再只靠这个重工业了，但国防那一块当然也是，但是造船那个都还是比较属于是，我们不能只靠那个，那也不能只靠新农业这样，新农业当然中南部很多很重，那这个部分其实高雄软体园区已经设置在高雄了，可是它的成长非常的缓慢，跟台北的内湖科学园区跟南港科学园区比很缓慢，那我们又没有科技园区了，竹科、中科、南科又没有在做，所以其实高软这个发展其实会牵扯到高雄未来转型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希望主委副主委能够更加强去重视了哈，让整个这个资源的配置跟使用的部分在高软是被重视，不然以现在的政府的组织架构下，经济部的这种加工出口区的概念去管理的部分的时候，高软的那个发展，我觉得是很担心的。是，刚刚委员报告这一块我们有注意到了，好不好？不只是那个软体园区，就包括像陆竹的这个科学园区，也希望能够扩大，哈，扩大它的规模。所以这块我们会来关注，因为现在整个国家全体的这个土地的利用，势必要更加的能够来利用中南部的土地来发展。所以我想这个跟政策的方向是吻合的。好，高软其实是智力脑力的啦，其实它不需要太大的空间，而大楼已经在旁边了，旁边也有已经准备好，另外未来扩充的空间也都有。现在是政府的魄力与决心，就是你有没有把一些重要东西愿意思考，让高雄在这块有发展的更蓬勃了，那我觉得已经有一个高雄软体园区在那边了，我希望这块主委副主委能够加重它的力道了。那我们来看你的，其实很多报告里面，其实不管谈到每次 ARVR， 其实画起来的物联网画起来永远是在这个桃园啦、新竹啦、台北这个范围哈，画设的圈子好，永远都是在北部，南部的被放的，现在我看到的是叫做智慧能源啦哈。我认为这个结构真的要思考，高雄不是只有重工业，不是只有所谓这些的，我认为这个观念上必须做一些调整。如果从我们的行政院的大脑哈，国发会没有从这个结构上去调整的话，各部会更不要期待他们会去调整这样的结构改变。所以我希望这些部分未来是能够在高雄，特别是高雄软体园区，这是一个高智力、高脑力的一个发展软体的一个重点区块，好，对高雄未来发展很重要。我希望能不能再修改你的，就对于高软怎么样纳入到未来的这个我们的五加二的产业，特别是亚洲矽谷这样创新的这一块的，能不能在高软有一份的报告让我知道一下，就至少在高软这块国发会的想法跟经济部统合后的一个想法。好的，跟委员讲，就除了 AR、VR 的方面，我们是不是其他再一起来思考看看？听起来你们是已经有想法了，但是这个应该坐落到整个你们的计划里面，或坐落到整个国家的发展的一些计划里面，这样才能够让其他部会有一个遵循的一个。他现在因为有亚洲矽谷这个计划嘛，所以这个在计划的执行跟这个研发资源的这个配置上面，都已经会把它纳入。高软跟这个东西纳入，那什么时候可以给我这样的一个？我想应该还要跟经济部做一些，就可能还要跟我们跟部会，尤其经济部大概多长的一个时间可以？我请龚副说一下好了，大概时间。因为这个部分正在跟经济部做一些探讨，那执行的部分会是他们主责，但是我们会把它纳入到一个月的时间来得及吗？我再跟经济部讨论看看，好不好？努力了，好不好？一个月的时间整合出跟经济部统合后的一个结果，然后给我这份知道，给我知道一下，好不好？就高软这一块，你们怎么样让它纳入到整个这个亚洲矽谷的规划方案里面，好吗？好，谢谢主委，谢谢副主委，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赖荣委员，谢谢主委。接下来我们请高路以用委员，高路以用委员不在。接下来我们请周成秀霞委员不在。接下来请卢秀燕委员不在。接下来请林俊宪委员不在。接下来请刘兆豪委员不在。接下来请姚文智委员不在。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其余皆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另定期审查。第二点，委员陈明文、简东明、徐正卫、蔡培慧委员等
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第三，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之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给予本会全体委员。今日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星期三上午九时继续开会。中院，哎，中院，你那边一百亿的。